七十八，因为都讲执行率的部分，七度到七十八。那主计处处长，你这边先处理许志荣的哈，报告一下，解答。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审查。西案，第一案跟第二案是，第一案是通案，我们等会先保留，等会再回来。从第二案到第十八案，请宣读。C2 到 C18 同为第二目外交业务第一节，外交业务管理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C2，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用所列金额并无法与子科目金额相对应。原于简列1191.1万元，提案人许志荣、江启臣、吕玉玲。C3，国庆酒会以台湾传统美食为主题，宣传之大型背板却套用香港街景。原针对第二幕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予以冻结100万，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镇、吕孙玲、陈廷飞、林长佐。C4。国庆酒会以台湾传统美食作为主题，但大型背板套用香港街景，原针对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办理国庆酒会等费用，编列790万元，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C5，
国庆九位大型背板套用香港街景，原针对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办理国庆酒会等费用编列预算790万元，减列35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吕孙玲、罗志正。C 六，目前政府财政拮据，各项预算应准节之用为原则，原针对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吕孙玲、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林长佐、罗志正、蔡世应。C 七。要外交部应检讨新闻舆情搜整方式，提升效率，自行办理。原针对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予以冻结237万元，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吕孙玲、罗志正。C 八到 C 十，同为外交部第二幕向下第一节基本工作维持之推动公众外交及办理重要外交文宣业务等经费。C 八针对这项经费编列487万，查该计划效益不明，源于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C 九本项预算有浮编情形，应予以说明，源于减列100万元，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C 十。针对推动公众外交及办理重要外交文宣业务，予以减列1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C 十一，针对外交部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当中订阅外文期刊等费用，编列1084万4千元。现今电子载具频繁，外交部应善加利用，予以减列2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C 十二，相同在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下订阅外文期刊等费用，予以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C 十三，外交部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委托举办民意调查等委办经费，编列1393万元。为外交部近年来未发布任何民调，亦未说明委托外交施政重要议题之必要性，源于以减列800万元，冻结500万元。报告后，使得解冻。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C 十四，外交部性骚扰申诉评议委员会调查遭台北高等法院认为未尽调查责任，原针对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性骚扰申诉评议委员会等经费编列847000元，予以减列5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吕孙玲、罗志正。C 十五，外交部预算书所列办理国际舆情会诊研习访宾接待期刊编印，用于过于笼统，毫无细节刊载，不利立法监督。原针对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之一般事务费，冻结772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吕孙玲、罗志正。 C 十六，外交部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国外旅费编列1162万5千元，较去年增列幅度近30%，源于减列251万5千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 C 十七，外交人员于驻外期间诈领交际费用，严重影响我国声誉以及人员士气。原针对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国外旅费减列3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吕孙玲、罗志正。 C 十八，第二幕第一节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奖补助费编列192万1千元，因预算书中说明栏未记载其预算用途及受补助团体，有浮编经费及规避预算审查之疑虑，原就其编列192万1千元中全数减列。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以上宣读。好，从第二案到十八案，我们先请提案委员先请外交部说明，这个可以一起说明了。好，请处长。我们这个科目里头，当然这里头
徐委员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子计划的数字跟用途别没有办法去对应，这个很多很多科目都有些的提案都大致上都是这样子一个问题。那我在这边做一个中整的说明哦。那个我们那个子计划是一个合计数，那如果要把它分成说按照用途别来表示，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来列入我们改进的地方。但细项的话，我们可以提供。那整个，我们通常都是，比如说一个子计划，比如说100块，100块里头有业务费多少啊、哦？业务费里头的，细项啊，差旅费啦、委办费啦等等，这些可能我们没有在里头表达，这个可能造成委员在审查的时候有些困扰。那其实我们都有细项，我们会后如果委员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每个子计划的那个用途别来提供给委员来做参考。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在这个外交业务管理这个，我们所谓的第一个基本工作维持的这一个，经费啊，其实已经按比去年是编了1亿1700多万。今年我们编1亿1100多万，已经减列了600多万，所以恳求就是说，徐委员可不可以，我们这个就不要再删减啊？以上说明，谢谢。好，你是只有第二案吗？对，啊、其他如果有类似的意见，大概都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委员提到。主席，原则上我也不坚持简略的那个数字了哈，那个经过长官的说明，啊，那简略的数字看，因为这个2到18嘛，那个看看大家的意思怎样，至少下午看到部长来，也要给部长一下面子一下。好，那徐委员，你建议简略多少？如果以104年的结算数那个理由来讲的话，105年的那个半年的那个70几%的不说了，至少结算数的话也还差了2点多%嘛，2点多%的话，是否可减列300万呢？来，外交部。报告委员，那个处长，这。你不用一案一案的哈，相关的费用科目就一起来，好不好？像第二跟第三是一样的，哈，好，底下也是，好不好？大目是一样，但是里面的第一节、第一集的，好，一样的你就可以一起，好不好？所以你现在一样的是2跟3嘛？还有6，还有六，嘿，那你要不要全部解释完毕？好，那现在徐委员建议3减300万。现在一样要来是不是？对，我们是想说外交部你这边，因为我们现在是2到18，那就一起，你要全部解释，还是一案一案来？你现在这讲到二跟，对，全部啊，就这样子、啊，没有吧？这里面还别的费用啦。那个国庆酒会，这个编列的790嘛，是，所以你相关的解释完了，我们就处理。处长，所以你现在还有要说明吗？有没有？主席。主席委员，李兵处陈家人报告，就是有關。那如果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一案一案来好了。那因为外交部这边、处长这边没有听懂意思，那我们就一案一案来。那现在相关的部分是 C， 现在是 C2。喂，主席，不好意思，主席不好意思，我想现在厘清一下状况，就是说我现在就要厘清，你等一下。
并讨论。我们对，所以你就不要一按。好，好，我们就一起嘛，对不对？七二到十八一起。对。好，所以。C 二到十八，所有相关单位全部解释完毕，我们委员有意见的就会提出来，好不好？这样子有些人又从 C 二、C 三又掉到 C 六，后面又有关的礼宾方面的，好不好？那处长，你们这边全部解释完毕。啊，有关那个 C 三到 C 五那个国庆酒会，啊，这次就是今年国庆酒会的厂商设计的背板啊，他误用了。香港的那个街景啊，这是我们礼宾处确实审查不够完善的地方啊。那我们已经汲取教训了，那明年一定会改进，然后严格的把关了、啊。希望委员能够继续支持，然后指导。不过有关于预算的部分哈，因为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国庆酒会的预算都是维持一样相同的预算都没有增加了，啊，都是在很准节的状况之下去执行了、啊。所以希望，委员能够这次在就是优于考虑了，就免于删减了。谢谢。还有没有公众费？是主席委员大家好，公众会执行长王佩莹报告。现在我就那个 C 7就是关于我们舆情这个。反映的系统的这个报告哈，是不是？现在先报告好。那这个这就是这个在这个蔡委员这个提案里面啊，委员首先我先说明，委员有指教说这个其他机关包括总统府以及行政院啊，都这个舆情搜报的业务都是自行处理的。刚刚我也已经跟提案委员报告过了，经我们去了解哈、啊，因为这些这个相关的业务是非常繁复的，那这个相关的机关也都是委外办理啊，这是第一点想先报告。另外就是外交部的做法呢，其实外交部在民国八十五年到现在哈，都一直是采用目前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我们当然都是有所精进，但是我们一直都是有以委外的方式雇请工读生来协助我们的同仁来办理。基本上我们的关注的范围啊，也跟其他的单位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际处境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外交部要关注的是包括海内外全球相关的这个讯息啊是非常多。目前报告的就是说我们关注的范围在纸本上，我们实体报关注14个报纸杂志，政论杂志一共就是相关的杂志会有外交及国际新闻露出的有9个，然后网络新闻有18个来源，然后电视台19个，广播电台7个，同时我们为就是在近年来呢，我们这一部分的业务也囊括了国际电讯的搜整，所以我们的编列呢，虽然这个项目是整个计划是包括国内外舆情及国际电讯，但是近年来我们所处理的已经把这个国际电讯的部分也纳进来，我们每天晨报以及晚报的这个2次的舆情搜报。那我们的做法是，我们除了会把所有的舆情反映啊印成纸本，送呈给我们的长官，还有各相关单位来参阅，以便在第一时间可以做舆情处理之外呢，每天因为也许是因为我们做的也相当周全，所以国安会方面也会每天早上9点就会派专人来把这个我们所做的舆情取走。那我们除了我们有120个外馆，所以我们这个工读生做完简报之后，我们有另外建制一个国内舆情简报及国内外外电讯息整理系统。这个线上系统，他们会把所有的讯息都扫描上网，可以同时供我们120个外馆以及这个我们国内的各单位，可以用上网检索的方式同步的来取得每天最快的新闻的反应。那可以在第一时间来掌握，然后做出最适切的反应。那么我们每天呢，我们的同仁呢，是这些一般人家委外的话，就是这个整个 system 是交由这个委外的公司来办理，那我们不太会见到他们的人。但是我们的方式是，这些工读生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作业，在我们同仁的督导跟指导下，在很有弹性的情况下来做最适切的反应。
所以呢，事实上我们的同仁也是这个同步的在给予督导跟办那个，就是说同时也在处理相关的舆情反应业务。所以呢，我们非常这个恳请委员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的一个舆情的监控系统。好，接下来下一位。报告委员，我是颜社会的主任介文吉。对C13的提案哈，这个1393万用途的这个委托办理民调及就当前外交施政重要议题进行深度研究等委办经费这个案子啊，做一个说明。那其中事实上我们负责颜社会负责这个民调哈，我们目前的经费哈，是预算是只有40万。那这个预算哈，主要办理哈，我们大概都是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那由这个民间的民调公司哈来得标的公司啊来帮我们做。以目前大概差不多就是市场行情大概7000块钱一题的话啊，大概我们最多一年能够做57个题目的民调。那这个民调呢，基本上我们从已经做了多年哈，基本上是做了内部这个施政的参考。那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要能够执行一些民众有感的这些好施政项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重点的施政项目，我们很希望知道哈，我们这个社会哈、大众哈、我们民间对我们重要施政项目哈，他的这个观感如何。如果说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施政项目，可是民间呢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我们施政的单位好，去加强跟这个社会做沟通的工作。所以这样子的民调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内部是很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且所费的费用啊只有40万。那当然这个大院哈委员最近几年都要我们把这个民调哈对外公布。那事实上我们也考虑，我们适当的时间如果委员有这，我们都会把它可能明年度我们就会把一些这些民调的结果哈对外来公布哈。那整个来讲就是40万的经费，那对我们这个内部施政哈有相当的重要性。在这边恳请委员哈能够不要删减这个区区40万的这个民调的这个经费，谢谢。好，下一位亚太司的。呀，主席、各位委员好，亚太司司长陈文仪报告啊。那个有关这个案子呢，这个亚太司涉及的预算是新台币940万4000元。为了落实这个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啊，那其中有一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透过智库的合作呢，强化对这个新南向目标国资讯的掌握啊。那亚太司呢，这个草拟了非常这个详实的计划，分别有三个委办案，第一个是东协研究中心的委办案哦，我们委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呢建立我们跟东协国家产官学界的交流，来行塑有利我参亚东亚经济整合的政经啊政经环境。第二个是我们委托这个政大国关中心这个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ISCAP 的委办案哦，那它的目标是在推动区域内双边跟多边安全合作对话，那强化跟国内外尤其是东南亚智库的这个交流互动哦。那最后一个案子是这个我们委托政大东南亚研究中心办理这个东南亚战略局政策规划。那这个案子呢，这个我们是请这个中心呢协助研究相关这个整体战略论述、政策纲领以及具体的这个政策建议。这个案子这个司里面花了很多时间，也做的这个详实的比对啊。那采这个在预算这一部分，我们也考量这个国家的预算不容易啊，所以这个编列的这个经费呢，也都是在这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会让它过度的扩张。所以我们这个敬请这个主席跟委员呢，能够减以勉励，那解除冻结，谢谢。你讲的是第13案是吗？13案。好，那下一位。人事处过诉金报告74案哦，
那早上已经跟委员有报告过，说本部生平会哈调查决议过的个案，事实上遭法院撤销的也只有这一个案，而且撤销的原因事实上是见解不同，也不是委员调查不力哦，不宜以这个个案哦来否定这个生平会的它的功能跟努力。将来相关案件的审查还是需要我们这一个部外的专家跟律师来继续参与哦。那我们编的相关预算其实都只是部外委员的出席费哈，跟撰写这个调查报告的稿费哦。那为了卫立相关业务的这个进行哦，是不是恳请委员免予删减相关预算？下一位，主席。各位委员，支电处陈副处长职中就 C16 案提出报告，这个250多万，事实上我们只是移科目哈，从去年的这个驻外机构的这个业务费用移到今年的这个国外旅费。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驻外的这个机构的同仁负责资讯安全的只有一位，他没有办法做我们全球119个馆，然后5000多台电脑的这个治安跟技术协助，那么所以我们把它挪回到这个国外旅费的目的是让本部的同仁可以一并来协助驻外管处一起来处理治安跟所有电脑这个技术协助的事项，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新增的计划，只是科目的这个变更哦，也不是特别提出来，只是因为使用别，一个是部外的同仁，一个是驻外的同仁才能使用，一个是国内的同仁才能使用。以上说明，谢谢。恳请委员不要简略这一块，谢谢。好，下一位。那个C17的有关于驻外期间外交人员诈领加计费的费用，这一块应该是只是很少数哈，很少数的这种比较我喜欢占小便宜的人。这种心态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已经从内部的教育宣导跟那一个加强内部控制，我们已经内部控制制度已经有做修订了，所以这边恳请委员能够免于删减。以上。好，下一位。都解释完毕。好，那各提案委员外交部的说明还有疑虑的吗？请江委员。好，这个12案啊，这我提的，就是这样，我先讲第4案好了，抱歉，第4案这个外交酒会，我想今年出现了一些插曲啊，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应该是外交部委外办理的嘛，对，那我要办理应该要做好监督才对啦。那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布置当中啊，不适当的图案啊，这些等等的啊、哦，我想这部分啊，我可以不简略，但是我要冻结啊，因为明年当然还是会办啊、哦，但是呢，你必须要做好监督啦，就算你委外的话，你总是要去看一下，不要再出现这些哦，可以让人家来做文章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冻结我还是要冻结200万、哦、那第九啊 C9 这一部分呢这个是公众外交的相关的费用啊、哦、属于政策宣导经费啦487万元啊、哦、这部分因为我看很多是外交部的通讯啊、哦外交名录、哦、然后呢，这个一些团体的联系、专家学者的联系嘛，啊、哦，这部分有委外办理什么研究案的费用吗？这个里面不是我们的，是吗？487万，有没有？报告委员啊，我们没有委外办理的计划。基本上这个487万呢、啊，我们在去年也是编这样的预算哈。基本上我们做的是要宣传加强这个公众外交的这个文宣工作。那特别是对于给人民有感的政策，我们为了要让就是刚刚讲说那个包括那个什么做民调的是不是？不是，
那不是，我们这个我们主要这个这一部分的钱是用来宣介跟人民有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去年我们宣传免签、免试换驾照、青年度假打工计划的宣导。那我们的方式呢，有透过拍微电影，就是短片的方式来向这个青年朋友来宣介这个度假打工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有买平面的广告，然后也有在捷运的灯箱，还有捷运的车厢里面的影片等的拖播。这些就是等于说是把这些讯息有透过这些通路来宣介出去。那今年开始我们规划的是要宣扬政府的新亚洲价值典范啦、国家意向，还有新南向政策这些相关的文宣的那个计划，也会透过我刚刚说的平面广告啦、影片啦，还有捷运灯箱，还有捷运里面的车厢的这个影片的拖播等等的方式，来让更多人了解政府现在所推动的一些计划，然后增加民众的参与。所以我们列的钱并没有很多，因为这些通路都需要很多的钱。那现我们在各个处里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费用嘛？你这个是在部，在本部的嘛？哦，对，这个委员您说您关切的 C 九这个部分不是公众会，我不晓得还有谁要来补充一下。比如说北美师或者其他师有没有类似的？他有宣传费用啊，或者政策宣导的费用，所以说中间是不是会有重叠？相关单位有没有一样有这种预算编制？因为这个好像现在看别的单位都没有，是我们统筹在处理的，就是说这些跟人民有感或者说要广为宣介的新的政策，我们是由我们中公众会来统筹来办理的，没有外交部没有个别外交部所有的，我们就只有487万。对外所有的文学费就只有在这边吗？国际文宣不包括在内，是我们对国内对国内文宣的部分。对，只有这些487，跟去年一样，并没有增列。那这部分跟行政院的那个新闻处，他们没有在做，我没有，我们做的是我们的部分，所有的这些我刚刚讲的去年的这些跟本部有关的这些跟民众相关的免签啊，还有免试，就在国外免试换驾照的这些相关规定，还有特别是协助青年与国际接轨的青年度假打工计划，这些都是外交部所主导的相关业务。那去年我们都用在这方面的宣传。你有没有评估效益如何？你这样子宣导的效益如何？效率大家都非常肯定这方面的这个，至少对政府为了年轻人做什么，大家都很有感。在民调上，我好像看到也。好像所以民调有反映你们做出来这些宣传有度假打工，这些都是青年人非常了解啊，他们在摇头。 Anyway，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这样，应该多利用网络啦，或者是电子书籍方面，网络也有，我们的那个影片也都有上挂我们的 YouTube 的那个，就是我们也有做网络的文宣，我们所拍的东西也放在网络上。好，这一部分我等一下再回来啊，先看一下那个 C12 啊 ，C12 这个订阅外文期刊、报章、杂志、购买跟业务相关的这些书刊啊、舆情资料啊，请问一下，这是国传师的业务吗？还是在哪一个？国传师对 C12 是包括在公这个 C12 的钱是国传师跟公众会都有的。所以这业务到底是属于谁的？基于国际舆情的掌握是谁的？国传司。国传司嘛，对不对？那怎么会公众会也有？那委员报告，国传司张市长张国宝，这个编列1084万里面，国传司里有1/4，273万啊、哦，主要我们就是收集国际舆情，那主要有三部分，第一个我们委托。我们香港事务局的服务组啊，就是像 CNN 啊、亚洲华尔街日报五种重要的这个重要刊物、啊、这个舆情收集，因为这个都是要订阅费啊，所以我们每年拨给香港事务局大概6500多美元。
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国旗舆情小组，就是晨曦新闻局以前的业务，我们现在有一个舆情收集的工具叫 Factiva， 这个一年也要两万美金做这个搜寻的工具啊，这个是国际间他们都是用这个工具。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订阅中央社外文的相关的文字跟图片资料，包括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的这个资讯。所以这1084万里面，国际处占四分之一，是占四分之一。那其他的，其他全部都是公众那个什么公众会的，是这样吗？是，都是。对，公众会有743万。哦，那公众会怎么比国传实在多？照理讲，国际疫情，但是那个报告委员，这个是用在订购本部业务相关的这个期刊或是出版品的。那这个不是只有公众会在使用，公众会一样也是一个统筹办理的机关，因为我们有一个图书室，同时我们也统筹办理所有的订购这些期刊啦、书籍、购买参考书籍等等的这个业务，所以钱都编在公众会这一方面的业务项下。那目前当然就像那个刚刚张司长报告过，我们除了订阅中外报纸的费用、中外期刊的费用之外，我们也有这个订购中央社的中英文资料库，还有其他的这个例如这个联合报的这个资料库浏览和查询业务。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笔钱，就是关于我们那个公众会所负责的这个外交部还有那个就是外宾相关的摄影啊，重要事件的摄影的业务。那这个我们这些瓶装相册、检视相册的那个这个怎么讲，这个支用啊，它的这个制作费啊，也都编在这个项下。另外再报告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费用呢，从民国101年的950万，逐年的已经删减，到现在只有743万，所以我们已经尽量的在总结，然后当用。所以这一部分是原本就是外交部的费用嘛？是，对不对？对，不是因为新闻局移拨过去带过来的费用嘛？显然我们在102年的时候还有编900万，但是新闻局并进来以后还是逐年的减少，这不是新闻局的业务的经费，是我们在原本我们就需要，对，需要来运作就需要编列这样的预算。好，谢谢。那个主席，我想西九案啊、西九案这边。西九案这边减列100啦，不冻结了啊。那西十二一样就减列100，也不冻结了。好，那接下来蔡委员。啊，额度都被江启臣委员讲完了啊。我帮你讲。不，我是觉得这样子，那个国庆酒会那个哈，我想我跟江委员的想法大概蛮类似，因为我觉得这是蛮夸张的一件事情哦。我想请你们外交部再说明一下，你们针对这件事，你们的检讨是怎么个检讨法？你们有没有扣厂商的钱，还是把它列为拒绝往来户，还是说去年是他们做的，还是怎么样？我想你们讲清楚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报告委员贻笑大方啊！我讲真的，近几年来那个厂商都是同一家，那事实上他们也是很认真在做。那因为我们的费用事实上不高了，所以真正能够来这个争取这个标案的厂商也不多啊。那我们经过这次之后，我们有请他们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说明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了。那事实上我们也自己就是有检讨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以前在审查这个厂商给我们的这个图案的时候，我们都是只有审核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给它的概念，还有说到底美不美观。另外就是说它的文字，中英文文字到底有没有错，那如果都符合这个的话，因为这是一个艺术和它的一个智慧财产的创作，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深刻去审查其他的项目。那经过这次的这个经验之后，我们日后会做就是更完整的，就包括它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概念呈现啊，
或甚至他的艺术啊、美工设计啊，我们都会做更仔细的审查。你这样讲，我更不能接受。你说这几年都是这家厂商标到的，哎，是。他去年有这个问题吗？去年没有这个问题。前年有这个问题吗？没有。那我很奇怪，为什么前几年都不会？刚好今年，新总统就任的第一次国庆的晚会，就故意给你贴香港的亚细亚的景色。是跟委员报告。我你不讲我还好，你越听我觉得越离谱啊。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年给他的这个设计的是不是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今年我们因为我问你哦，你们自己现场是媒体披露，你们才想开注意到，你们应该是这样子吧？你们自己事实上都没发现到吗？我个人是没有发现的，没有发现，所以一直到媒体问你们，你们才发现，哎，居然用香港的街景当我们国庆晚会的照片。是，所以没错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所以那你们有没有人被惩处啊？这个很严重耶，我为什么这样提？你想想看哦，这个整本预算书里面，委员会特别就这个问题，这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是。那媒体也特别报道到这件事情，那天国庆酒会的重点已经全部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标题新闻，就是你用了香港的图片当成国庆酒会的这个布景啊。是啊。那你们没有人惩处吗？对，我们也对这个承办同仁非常抱歉了，因为他们都很认真工作啊，但是因为我们审核的时候没有审核出来。那惩处人是谁？谁被惩处了？还是大家都很辛苦就算了？那国家的国歌那一天晚上丢脸就算了，无所谓，是这样子吗？我讲是很认真的嘞，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回答我们啊。是，啊，所以你们的啊，这个问他也答不出来啊，可能要问一下部长了，看部长的想法，然后明年要怎么做这样啦，因为国庆酒会，这不是说经费多少的问题，这是说你办的是不是能够彰显国家的生日的精神啊？我觉得说这个790万来办一个国庆酒会，坦白讲也不是特别贵啊，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问题就是说不要花了钱，然后好像国庆酒会的焦点不见了，变成是那一张图片放错了，变成焦点。我想这是大家关心的。那所以这部分。当然被委托的这个厂商他们应该绝对有疏忽，可是我们卫生部在监督上面啊，你委托出去的单位，这应该是礼宾处吧，礼宾师嘛，对不对？你们应该要事前应该要去都询过一遍才对嘛。那这样就变成让部长去背锅了。没关系，那个向这位委员报告啊，我想像国庆酒会的重要性啊，我想这个不需要再多说啊，这是国家的颜面。那国庆酒会啊，从场内到场外各种的这个细节啊，我想不下于10万个，对不对？所以我想礼宾处呢，我记得在这个贵委员会报告我也曾经讲过，这个我想这个有这一次的这个失误啊，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我想以后呢，这个是绝对不会再犯，也不可能再犯，好不好？这个礼宾处啊，真的是以后这个之前一天我自己也要来检查了，拿个放大镜检查了，好不好？就算是委外，还是要监督了。所以部长的意思是说，部长代表我们外交部就这件事情表示歉意就对了。那当然了，李明生有听到了没有？这个老早就你们有听到了哈？为了这件事，你们部长自己还要出面来向。委员会来道歉，这其实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美国的国庆晚会放一个日本京都的照片在背景在后面，你觉得能看吗？好，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不觉得不伦不类啊？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部长。好，提案委员，所以这一案就冻结嘛，冻结200啦，好不好？到时候你们筹备的时候缺钱就来解。74案就冻结200。那我们也了解你整个。也顺便提醒你们说，要好好监督这样啦。这个钱我们一毛都不删，但是冻结200万、哦、到时候你们要办的时候之前，明年十月以前嘛，你来解冻嘛，好不好？我建议这样子啦。我建议啦，不用冻到200，冻100就好了啦。然后刚刚部长都讲话了，对不对？讲那么大声，你现在变我讲我没有我讲我的意思是说，我很生气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部长自己都已经讲这种话了，有没有？我觉得我是觉得拜托，我们在这个案子就是他冻结100了，但是我觉得说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
哦，你要晓得这个部长外交部长讲话，这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就因为你们的这个疏忽，部长在委员会就要为这件事情来做解释，这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江委员，好了，100。这样，在台湾每次讲话都是。西四案动100万，提出详细的改善方案啊，做书面的报告啊，得以同意做解冻。然后我有一个案子13案，针对这个13案哈，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刚刚一直解释的做民调。我不知道这个民调做哪些民调啊？为什么要做这个民调？它的主题是当下需要做的，你们在提出这个题目在做，对不对？那所以说没有有既定的一定的那个什么政令宣导啊，或者是外交的一些事宜方面。没有政令，不是没有特定的嘛，都没有特定。没有，我们由地主管业务的单位啊提报他需要做的民调的题目，而且我们现在这个40万哈，一年也只能做57题，所以题目很有限。所以你没有什么专题？没有专题，特定专题，因为我们要发掘民众有感案件。所以那我现在就要建议了，是是，你可以做一个专题。可以可以，就是台湾人民对于日本福岛食品、还有没有疑虑？有没有信心？你可以做这个民调吗？当然是可以，可是要不要公布这个就要这一类的民调哈，因为我们怕让外界误导说哈，我们做这个民调有政策导向的，因为这个民调基本上最原始的动机就是要做内部哈，我们施政的重点哈调整，还有要加强对外宣导的项目的一个哈，那就做日本人民对他们本国的福岛所有周边的14个区域的食品，他们的信心，他们还有没有疑虑？他们的是否安全？做民调嘛？那到日本做、啊。对，我们有驻外大使谢大使在那里、啊。哎呀、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有潜力有做过了。我们现在是只有40万，我跟委员报，我们现在只有40万，只能做57题，而且是在国内做，因为样本数是1000。题目不用很多啊。现在大概一个题目要7000块，在台湾做。你40万呢、欸？你四十万就委托驻外代表在做。那这个400万，那个40万经费绝对不够。题目不用很多，一题7000嘛。那个是台湾，那如果要去日本做的话，那个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专题。是是。啊，这个专题就是说，日本民众对于福岛食品信心度及满意度的调查，这样这个题目不多啊，就两题而已。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延回去研议一下的机会？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成本。所以你这个预算先编列在那边，你都没有主题啊。有，我们现在今年的第二次的，我们因为105年也有嘛，我们第二次的民调，我们现在各个单位已经报上来了，然后我们会就是跟这个主持这个民调的得标的，你还在评估嘛？这个题目适不适当，要不要做嘛？是是，对不对？是是是，所以我在这边就建议，现在全国包括日本人都非常关心的。主席，不好意思，我建议一下，你讲的问题不错，我会觉得哈，嗯，你问一下驻日代表处哦，日本的很多的智库什么应该都有做这种民调的啦，你去请他们去调民调或现有民调去跟他。我们不要日本人做的，我们自己做。一定是日本自己做的才准啊，我们不是委托他们做，不是一样？他们的不准，不是我们不可能那边自己做，我们要自己的资料，委托他们的智库做民调嘛，一定是或者委托民调公司做一样啊，要比较有公信力的，来，你要找一个可以有公信力的，对，这个哎，来，我要请教一下，公司很多啊，这1390万里面有40万要来做民调，那对，只有40万台币，然后你一提算7000块。所以你做这个民调是为了政策了解用。第一个，我们希望推动的业务哈是民众有感的业务。你们是负责外交哎、欸？对，这个可是这个是一个整体，政府很整体很重视。那我现在我是要询问一下，就是说你这40万，因为40万做民调其实不多啦，只有57题啊，这也不是这样算题目的啦。嗯、民调公司也不是不全部都这样算的、嗯。我现在是说，你们做这个民调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施政。想要说我做的这个东西百姓有没有感，这是一种，是一个，还有一种是我还没做，我想知道百姓希望我怎么做，这两个不一样。嗯，这个是验证的啦，这个题目，这个就牵涉到题目设计的问题，而已啊，题目设计的问题。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就是说有一些重大政策哈，要了解民众对这个重大政策的。你们最近一次做的重大政策是哪一个？
最近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我们做了蛮多民调、啊、你就一提不、没有没有差不多之前都有做过就是你新南向政策一提而已、啊、不止那 你40万只能做几题而已啊40万就是57题嘛一共一题是7000块台币啊，那不包含那个基本的 data 的询问，不包含，因为这是他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基本上他这个随机抽样的时候，他先要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做出来的整个的报告？有吗？哈，嗯，有。那是本委员会可不可以看？可以看嘛，因为你那个计算方法我都觉得很诡异啊，因为民调我们常来弄哈、嗯。是是是。那第二个我是觉得。基本上政府做民调、不要当作政令宣导是是对政府做民调去讲自己好或不好其实没有意义你们做民调是为了了解我这样做对符不符合民众的期待可是你那几题能够问出符合期待我也觉得你了不起你可以到行政院的那种院本部去上班了哈我对这个预算没有意见但我是觉得部长要去思考一下这样子40万做民调哈能调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是一个大问号了没有，因为这个有潜力啦。在2009年的时候，有委托过盖洛普公司做过日本民众对台湾观感的这个民调嘛，所以已经有做过了。所以你们这一次就设计这个专题在做，可以吗？这个预算我可以不用删减，好。是是我是说举例，那个、主席我找个再精准、再专业的罗委员。其实我真的认为说不宜去指导到外交部以民调的内容这个会有问题啊因为等于是我们是限缩了行政部根据他政策需要去做任何民调的可能性而且我相信这些民调目的不是为了宣导是为了做内部政策规划的一个依据或者一个参考那、如果这样的话行政部门做了民调一般民众也不会相信啦、所以什么结果出来都不太适合啦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说费用要不要这个删不删我觉得没意见但对于民调要做什么样内容什么样题目怎么做我是比较保留说由立法部门去要求行政部做什么样民调或公布不公布现在你无法评估是吗如果你不能评估、我们这个预算先冻结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你说评估好之后因为这个是我们民调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想法我们过去的整个想法不是这样子就一个政策好去调我们是已经做的政策我们已经做的一些项目哈我们要看看哈老板一般民众哈对他的了解的程度是多少如果我们今天推一个政策哈我们就要民调说老百姓大概都不太清楚那我们回来这个民调结果我们就会告诉这个执行这个政策哈的相关单位哈没有错我刚刚就举例了我刚刚就举例2009年你们就在日本做日本对台湾的感官、那现在我们就只有建议你们、可不可以针对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再看看日本他自己对福岛14个县市、的食品他们的信心度、的问题你做一个民调你可以先把它评估然后我先冻结、你把评估报告做个说明之后我们同意之后再冻结、赵伟我是建议因为40万不多了冻结这个也不听了我就觉得让他做那但是招委的建议你把它好好的思考一下参考一下因为毕竟立法权跟行政权我们也不能看秋瞎离啦就我们是建议对我们就建议你你就列为参考好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把40万做出来民调看得这么伟大还可以指导政策你比如说我如果学招委我叫你去做一个专门政策策管那万一做出来民调反对那你们部长是不是要依照民调方式执行不可能嘛那我们是所以不要把那个民调讲得这么大何况南向这个五题就可以问出答案来，那还得了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拿4000万做研究，我还可以尊重一下。我说40万不多，我希望你们善用这40万作为验证自己的部内的业务是不是我希望了解的那个族群有得到了解。那至于招委的建议或我的建议，你参考好，因为我不去指导你们的行政作为了。但是你的民调的结果也没有大到可以指导部长要做什么决策了，那个是两件事情了。所以从刚刚一直讨论解释就是你们很多的细部说明啊没有在大目里面说明所以我们都不晓得你们每个费用怎么花的包括我现在讨论的就是这个民调我也不知道说你这个民调是民调什么题目做什么民调效益在哪里
如何评估都不知道，所以你预估这个经费，你明年的题目你还在评估当中，主题还没有出来嘛，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先冻结，好，等你的书面报告，我们使得动之，好不好？那其他委员对其他题目，对不起委员，因为这个我们明年可能一开年我们就要去开始招标作业。那题目都还没出来，你就招标？不，因为这个是你就缓后缓后，因为这个是不急着民调的，就先去招标。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这个大概下半年度再做这个民调，不急了。我们是，或者稍微冻结少一点，我们可以先开始整个招标的作业，是全部是，要不然这个案子就推不动了。1393万。好，这个动一半嘛，动一半20、啊。能不能动10万？这样我30万，我比较敢去开这个标。要你们把事情做好了哈、哦，动10万，是，把这个整个你们要做什么都要讲清楚。是、哦，对。你们这很多细目都没有讲清楚。嗯，我所以才会耽误到这么多的说明。其他委员，那在这个2到18，我再问一下，不好意思、哦，蔡委员，刚才那个稀奇的部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你们有。做好的案例范本有带过来吗？就是你们那个新闻简报收集的部分。对啊，今天你有没有拿过来吗？有没有？没有带过来。我没有带过来。你们部长每天看吗？有啊。部长，我用很怀疑的眼神看着你，因为我知道一本很大本哦。部长有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真的吗？哦，所以部长没看，副部长有看就对了。啊，看完你都每一页，我相信他们有看。部长不是都在国外在，哦，都出国都刚回来而已吗？当部长出国的时候，我们会把电子版传给部长。对，啊、都有看、啊。而且我们全球120个馆都可以同步下载，所以没有问题。啊、那部长这么忙碌有看，那很认真。我为什么会这样提哦？因为我发现有没有量啊，一本很厚啊，那每天嘛，对不对？每天嘛，对不对？是，那当然新闻有，但有。但我的意思说，以你们这种量，几乎是没有筛选嘛。那、啊、你没筛选，你就全部丢给部长。不是没有筛选，全部都有囊括。对、就是，所以你全部囊括的意思就是你没筛选。有，这个、我们有做一个，我们有做一个表，把它条列，而且我们从最重要的排到，这都是我们同事在督导他们做的。那你一天几条新闻？不一定要看，有时候多的时候可以到500多页。一天嘛，对，就是对啊，所以你一次部长一天看得完500多页或者次，但是我们都有做那个。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我不是怀疑你们工作，我的你做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会不会是变成你有量没有值？我的意思在这里，我们没有漏掉别的，而且我们把最重要，我们从这个它的漏出的则数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对这件事情关注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认为应该也要了解说，到底有哪一些媒体、哪一些角度在关注这同样的事情？因为同样一件事情有各种的角度来切入来看，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关注到所有的露出。嗯、然后我们因为有把它扫描上网，所以20年来这个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的资料库。嗯嗯，所以我们其他委员都没看过那一本嘛，吼。我们可以马上送到您办公室。不是我啦，就大家都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在看完那本，我觉得太压抑。那我们本会委员都要看到。明天带来，明天一定带来。好，那不然这条先稍微保留好了，好、啊，然后等他明天。那现在送来。哦，我现在请他们送来。好，现在送。你是要来包？你是要来包烧饼油条的？没有。这个一下了，我接适应那个话，反正我对这个比较有意见，因为我们实在是卡在这个小预算太久了哈。第一个哈，现在时代在演进，我真的凭良心讲，我如果要求各位不要说部长。司长级的要把那一本都看完，我都觉得是不应该的。现在资讯的截取哈，手机啦下关键字，它自己就跑到你的手机里面，你要什么时候点阅都可以点阅，除非你到没有网络的地方。所以我倒建议你们可以去研拟一套比较简要的，因为现在资讯不怕太少，是怕太多塞不到你要的。好、哦，所以我对你预算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删，但是我对你报一整本来给我们看哈。那个只是浪费你们的人力跑来跑去而已、啊。没关系啊，但是我想大家有不同的兴趣重点，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它的费用不是那么多，但是运用到的人、利用到的人很多。那它的散页其实对于我们反映舆情也很有帮助，我们可以随时抽出来，就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做历史的，就那一则来做反映。好，那你等我要不要？
蔡委员说你等会拿过来看，他就不要动了。好，我们马上送过来，谢谢。送这个礼拜的成分给他，这样一点，也每天都是一厚厚一点。好，那么这个案子到十八案了，我一直没有听到你们对于旅费的说明啊，啊，你们都没有具体说明啊，钱用了哪里去啊？哎，请说明好吗？不然这全部冻掉了，剪裂掉。报告主席，那个我们支电处在就七十六这个旅费，那个国外旅费，刚刚的说明我再详细再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同仁出去做资安检查，还有电脑技术协助排除困难，因为外领人员对电脑资讯专业这一块，确实比较陌生。那么我们现在能够有的真正资讯专业的人员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外面只有一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派我们部内的这个资讯专业的同仁去外面去做这个协助，同时一方面也检查这个每一次他们在每个月报回来这些资安的这个稽核的项目，他们是不是有确实的做到。所以这个西十六的这一个案子，我刚刚有特别解释，它只是科目从驻外机构，因为只能由驻外的同仁使用，那现在为了要协助只有一名的资讯专业派驻在外面，所以才由部内的资讯专业人员转到差旅费去执行，协助驻外那一位同仁去执行所有119个管5000多台电脑的资安检核和技术障碍的排除，然后先做以上的说明。你派多少人去啊？你为了就去协助那一位？我们原则上以105年来说，我们是派四次，每一次是三位。那每一次的管处，它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有的是这个直接到驻管，然后每一次大概在5到6个管。那也有一个另外就是请这个把治安官请到某一个管那边，然后我们一并做训练。然后一并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形，所以方式不一样。但是105年我们做了四次加一次的治安官训练，治安官两次，三次的记协，对不起，治安官两次训练，三次的记协。可是你在这边说明栏里面啊，这个基本行政工作的维持费里面，从第一项到第十页里面，第十项里面你都没有提到啊。啊，那个我们这个要请主计处说明，都没有提到啊。来，主计处。主计处张文玲报告，那个他其实我们是把它放在那个稽核及督导资安业务并提供技术协助这边。那这个文字说明的部分，我们以后会改进，把它写得更详细一点。你们又是都没有说明，就这样说过去的吗？什么通讯费、顾问费、委办，还有组织会费，也都在这里面呢。业务费。还有国际舆情分析费也都在这里，怎么都会在这里面呢？所以你们这个奖补助方面钱都乱编呢，编到哪里去啊？你看这几项，十八、十六、十七、十八都是啊，所以难怪你刚刚都不解释啊，解释不清楚啊。你这样子的话，这个经费全部要删掉了。为什么都回避解释，回避我们的监督呢？那个主席，我会建议一下罗委员。其实这个情况，我们从国防部一路下来审查，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他的那个解释，就你说的，就是很不清楚。好，但是因为他预算书的编列，也不可能把所有这么细的东西塞到那个说明里面。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个主决议啊，其实适用到以后我们要审的所有部会，就是说他交给那个行政院或者说给主计处的这种报告，照他们的，可以后所有要求每一个相关的这种细节的部分，应该要提供给委员做参考，或者说另外再编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说明的一个册子或一个说明书，不附在预算书里，但是另外给委员做参考，免得每次来哈，因为坦白讲，我这样省下也很辛苦，每次要你们解释说明啊，你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啊，甚至怎么来都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在外交部，因为其他我们上次在省国防部也是同样的情况。那今天能够说明尽量说明，但是我觉得建议最后还是要有一个决议，类似这样的东西，要他们针对预算编列的实质的内容，
怎么推算那个金额，可能要一个说明了啊。这个东西可能到在主决议的时候再做处理。好，蔡委员。主席，谢谢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哦，这个之前我在地方议会当议员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有这个状况，就是预算书一本嘛，然后后面就写个寥寥几个字哦。我们当时在地方议会是要求单笔预算10万块以上，你要付细目，另外送过来，由各部门送到议会审查。那因为我们当然中央部会的预算比较高，如果你10万块的话，大概一座山也写不完哦。我会建议看是不是主席定一个，比如说是100万。或者是500万为基准哈，就是说他单一预算在500万以上的，或者100万以上的，然后他就针对这个部分送细目啊，因为事实上他只要送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就好了嘛，其他的委员如果要，他当然可以另外再给他。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审查预算就不会每次的问题就会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东西，然后你们的人可能也没有想到说我们会问你这些问题，就会产生这个审查预算的延宕哦。那我会建议主席要不要可能两位招委。其实这个确定一个数据里面很多细目哦，你们在大目里面就可以提到，好，这费用的主要为什么这样编列的主要目的都要讲一下。如果说我们这样编，有些就会逃避到监督哦。像光我们讲的民调，它虽然是40万，但是你要怎么做，我们也不清楚。这样子的话，很多我们关心的都没有办法关心到，因为。我们这次本会的委员啊，大家都很认真在看这个预算书哦，所以你们不能就这样子蒙混跳过去啊。所以在这一次啊，你看我们审预算，你就很多的，我们提出来都是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编到这边？那有很多重叠编列的部分都会发生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因为要先审这个案子了，那这个主席，这个我们如果不减。你们把详细在主决议里面说明白，好，好不好？这个说明白。那所以在这个第二案到第十八案，我把它统整告诉大家一下哈。C 二案这边减列，徐志荣委员是建议减列300万。好，这个是先跟你们讲，照顺序讲下来哈。然后 C 四案是江启臣委员这边是冻结100万，这个都冻结部分都要提书面同意时的动支哈。那 C 九案减列100万 ，C 十二案减列100万 ，C 十三案冻结10万做书面，然后 C 十六、十七、十八做一个主决议说明，旅费。如何去支付、使用？各位委员，这样子没意见了。好，我就直接加哈，好。在这个七二案这个大目里面是减列300万。C 四冻结100万，冻结部分都要做书面同意使得解冻。C 九案是减列100万 ，C 十二案减列100万 ，C 十三案冻结10万 ，C 十六、十七、十八做主决议，说明旅费的用途跟使用方向，科目都字条。我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往下。我是问委员有没有意见啊？请部长说明好了，来，我们已经整理好了。这个。对不起啊，因为 C2 那个徐委员他是删这个大目嘛，哈，减成大目了。那然后又后面的又是从小的每一个这个案次里面去删哈，这样就变成有重复嘛，有点重复，是不是可以这个，要不然就是大目里面就少一点。我问一下哈，徐委员，我可以啊，他可以，好，不删，请王委员，我先请教你们这个大目去年变多少？1.7亿
啊，今年呢？今年1100多，所以你们有减600多万嘛？对啊，对啊，所以他们本身有自己减了600万呐、啊，哈。那我们如果再跟他3500万，等于是鼓励他们虚编。我建议这样子啊，哈，冻结部分我没意见，减列的部分是不是改减列300？因为他们自己动了，他们自己减掉了600的啦，所以我们再减300，这样 OK 了。因为我后面还要砍他300，所以先这边先减300就好了。陆委员是国民党编的嘛哈，我们不要推翻国民党的那个管理了哈，不用临机了哈，就照去年的例子，他们自己就删了600了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稍微再横酌一下了，就如果减列300这个目，或者剩少一点，我认为是比较适合。对不起啊，就是徐委员他也同意嘛哈，所以是不是大木那边就大木那边就好了，细木就不要，就科目是条是。对对，因为只有大木木比较大了，这样子好了，好，那就是刚刚的大木减100了，那其他的9案跟12案都各减100，这总共就300了，好不好？好，那科目自行调整啊，科目已经设定了，哎，就没有字条了哈。下面两个小的不能动了，大部分的可以动。是。100万可以字条。对，第9案跟第12案是各减100，那大木的第西二案的话，这个减列100，科目字条。C19到26，请宣读。C19到26是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科目。C19。本科目编列28,766,000元，予以减列1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C20，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之教育训练费，原列28,760,000，予以减列500,000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C21，外交业务管理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年度预算28,760,000，予以减列700,000元。提案人陈廷飞、罗志正、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C22，选送特考及格外交领事人员在职中高级人员出国进修，应比照104年度决算编列，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之业务费，予以减列112,600,000元。提案人罗志正、王定宇、蔡世应、吕孙林、林长佐、陈廷飞、刘世芳。C23，选送特考及格外交领事人员在职中高级人员出国进修，资源配置重叠，原予以减列300,000元。提案人罗志正、王定宇、蔡世应、吕孙林、林长佐、陈廷飞、刘世芳。C24，同样在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予以冻结500,000元。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罗志正、蔡世应、林长佐。C25，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进修业务费中教育训练费，予以减列387,000元。提案人王定宇、蔡世应、罗志正、吕孙林。C26，针对外交领事人员进修业务费中教育训练费，予以冻结276,000元，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正、吕孙林、林长佐。以上宣读，请先说明。人事处郭淑清报告哈，跟委员报告，从19案到这个 C26哈，都是有关这个所编的预算28,760,000，是用于选送新进人员出国语训跟中高阶的进修哦。那这个跟外交学院编的，他们是在国内训练哦，是不一样的，没有重复的问题哦。出国语训呢，还有中高阶进修，事实上可以除了可以砥砺这个同仁的外语能力哦，精研他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哦。我们也着重在让他们出国跟其他国家的精英哦，去做交流，建立人脉哦。而且出国语训呢，它在国外，它是整个全外语环境哦，它的强度密度哦，跟在外交学院训练的这个效果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哦。而且我们也参考其他国家，其他先进国家，包括东南，这个
亚洲的这个日本、韩国，事实上他们也都有语训制度，而且他们的这个语训出国语训大概都是2到3年哦。那我们现在都只编列一年的预算哦，事实上这已经是最基本的需求哦。另外，我们配合新南向政策呢，明年度我们也预计哦，我们要增派人员到东南亚学习这个东南亚语文哦，所以这一笔预算哦，事实上真的有它的需要。那恳请各位委员哦，免予这个冻结跟删减。好，我们先请提案委员陆委员。我可以请问一下哈，语训跟那个专业中高阶专业那个比例大概怎么样？语训的比例？语训是2100多万，那个中高阶700多万。然后你这边讲说赴国际组织见习哈？对。我们现在有这种国际组织可以去见习吗？有，譬如像欧洲议会哦，美国那边有泛美基金会、美慈组织。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委员，那个你106年所编列的这个预算数哈，赴国际组织见习可能还是仿效前面5年都一样啊，就是欧洲议会、泛美发展基金会、国际美慈组织，没有其他的吗？我们早年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哦，就是我们会看每年的预算哦，会去做分配哦，有一些同仁会去做一般的语训，有的特殊语训，那有一些就到国际组织见习。对，我是说这些国际组织可不可以再增加？哎，可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其他外管如果他们有建议回来哦，我们评估过，就是说对同仁去那边见习是有帮助的，我们其实也都会列入考虑。你这里面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南美洲是吗？对，这三个没有那个泛美基金，之前我们还有派过那个中南美有一个基金会，我们也曾经有派过同仁去见习，哎。有没有没有东南亚的？东南亚没有什么大的国际组织可以去见习、啊。东南亚现在是没有哦，可是他们有像我们有一个国际组织哦，他们那个见习计划，他们虽然在东那个欧美地区，可是他没有安排到东南亚地区的相关见习，像那个美慈组织哦，他我们见习的同仁，他们有带他们到印尼去见习。美慈的那个 Mercy Corps。就只有这些而已哈，我是希望说可以再多一点呢。跟委员报告，事实上真的以前应该有别的国际组，因为我现在今天资料没有带过来，更多的时候有到5、6个国际组织都有。有，那是100年呐、啊。你们看一下那个原来就有一个 C21里面就有提到，你还有海伦凯勒嘛？对对对。还有世界青年联盟嘛？还有国际贸易跟永续发展中心。可是你从101年开始一直往下降，102年完全没有。那103、104、105就几乎维持，就只有这三个组织。我是觉得，当然这是陈廷飞委员的提案，可不可以再多一点呢、啊？让我们有更多训练的地方，因为我们本来加入国际组织的那个就不多嘛。那应该多训练这些比较有未来有外交领事人员的这些专训的部分，好吗？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就不要说资源重复配置了。是。好，请李委员。谢谢主席。我想延续刚刚我们刘思芳委员所提到的部分，就是我想人事处处长刚刚其实有讲到说，我们这个进修的目的就是一个是语训，让这些外交人员能够身临其境，那强化他的这个语文能力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建立人脉的部分。对。那我想现在我们政府其实一直在推动新南向政策这个部分呢，那刚刚刘世邦委员其实也有提到说，在这个赴国际组织见习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东南亚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见习的部分是没有的，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因为我自己有提这个冻结案啊，那这个冻结的金额我是没有意见，但是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个人事处在以后规划的部分，一定要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国际组织再做加强。是，我们就是明年初才开始规划，我们会最近会请那个东南亚管处也帮我们去看看，寻找一下有没有适合的国际组织可以见习。主席，我再提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外交部里面已经有那个 NGO 嘛哈，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属于跟 NGO 相关的，或者是说那个公众外交相关的这些组织啊，它是半官方，只要愿意接受我们派驻的话哈，譬如说在华盛顿 DC 有很多，假设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就是AI 啊哈，
类似这种非常大的几乎全球性的去见习，其实没什么不好。好，那这个里面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国际会议啊，或是专训，或是甚至语言训练方面。因为我们现在的外交处境上面呢、啊，可能可以发展像人道这方面的话，比较没有国际跟邦交国之间的这样的隔阂嘛，可不可以考虑看看？那因为刚刚罗委员也翻了一下你们的决算，觉得说你们决算数低，就表示编了这么多预算以后，结果是没处花，这样总是不是太好。哦，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罗委员有提到说，那个104年度预算有结余100多万哦。事实上，我们104年度的预算应该是2834万哦。事实上，结余数只有21万。过去好几年。对，104年是结余21万。是，那过去几年呢？大概执行数大概都有到80-90%左右啦。对，罗委员这边 提到的，就是像100年的话呢，你们的决算数只有原来的一半而已啊。因为我们中间哦有，还有零的嘞，102年还有零的嘞。有零。对啊，你自己看，102年呢，预算数可能是零。派去的人数是零了，对不起，派去的人数是零啊。哦，他是国际组织见习是零，不是我们会把预算那年可能就正好没有派国际组织，不是零，就是他可能就去做。这不是你们的常态性业务吗？每一年我们会看预算会做分配啦。那事实上这几年下来，我们每一年还是都有分配给国际组织。我知道，那个主席，我可以询问一下哈，因为坦白讲，这个语言是外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那我们知道部长非常强调这一块。所以我觉得钱该花还是要花，但是呢，那个考核啦，就我们派出去之后，之前因为有些特殊语种嘛，包括什么印尼语啦、捷克语啊，那有没有一个考核的机制，说到底我们花了这笔钱，然后他的语言能力是不是真的有增加，好，还是说回来之后一下又忘掉了？那这个钱还不如不要花。所以我觉得钱没有说不让外交部花，而是说那个考核。那部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训练呢、啊，跟这个再进修啊，讲老实话，是为了一个机关的品质的提升啊。我是觉得尽量的不要去动它啊。我倒会盯着这个人数啊，将来在这个尤其在中高阶选择上面啊，要真的要挑这个有发展潜力的人啊，好不好？因为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我们并不是真的有发展潜力的人送出去，这个没有必要嘛，花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预算，好不好？这个我将来我可是这一点我要跟所以部长也有这种感觉嘛。其实我们当初在经过特考遴选进来的人，他就是要有这方面的专才，要有那个能力。像外国的那个外交那个领事人员，他也是要有这个能力，我们才会聘请他。那你为了专门去训练？他这个语言的训练班，这个这样子的就没有实质的意义了。训练语言训练还是有需要了。可是你当时你就是因为你特考进来，要日文的，要英文的，或者法语、西语、德语，就是要有这个专才，你才会在这个遴选特考才会合格进来的。在国内啊，他可能学的还比较不是那么精深了，把他真的送到，比如学德语送到德国去，是吧？学法语送到法国去，对不对？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变成，他可以用得很，可以更加的精进呢、啊。另外就是啊，就是像我们外交部啊，不像军方，你看军方，你官校毕业以后啊，你有什么高级班呐、啊，有参谋大学这个战争学院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训练，外交部没有嘛，对不对？中间训练的这种名额跟钱太少了，所以我这方面我讲老实话，我是很希望将来啊能够多编一点。就是将来你比如说到市长这个阶级，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训练，你做副市长要有什么样的训练，当然不可能像军方那样大规模的这种训练方，但是应该要有训练。我们现在训练的实在是这个，我慢慢要跟人数啊，我要跟大家再检讨这个问题。那个主席，我可以补充一下就好。将来就是做大使以前，我们要给他这个部长这个建议跟想法很好。那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请部长来就这方面把他的理念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外交部其实我刚才跟教练在聊，就是说外交部有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不要说问题啦，就是说真的有能力的好用的反而没有机会，会不会派他去语训？我们都很清楚嘛，一定是很闲的，然后大家就反正就出去了。我不说出语训都不好啦，
就好用就留在旁边用，然后就反而没有机会语训，反而进修的人是相对来讲比较不好用的。啊，这是不对啊！如果照不可以这样子、啊，像部长讲法就是说，这样子就浪费资源了嘛？对啊，没有错啊，浪费国家。他没有那个兴趣，你把他派出去。对啊，所以反而是应该是有要争取才有机会去语训，或对啊，要表现好才有机会去进修。科长去进修回来，连科长都没有做了。对不对？常常这种事，那你这样子变成专门开一个大使训练班、次长训练班？不不，很多东西啊，像这次啊，像最近啊，我就要他们开那个 consumer service 的班，是不是？要人家企，人家私人部门都有这种 consumer service， 我们一天到晚教人家守法，你看就是那种花3万多块台币就惹了一大堆事情，那个轮机场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办了。对不对？那个外交学院已经办了。好，我先请汪委员。我是提案3减3个人哈，因为大概平均每个人训练的成本是128万9千元，基本上语言训练到外面训练我是支持。那过去的训练就像刚才部长讲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训练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外交部能够尽快建立一套制度，升到什么职位之前要经历什么训练，那大家就抢着要了。才不会发生刚才讲的、啊，科长出去回来连科都没有了，主权领土都不见了，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去受训的人应该是国家投资，所以像我们在空军的单位的时候 ，ECL 考过之后到小岩城，他回来就会有职位在等他。可我们外交部现在这个训练变成是我们这个单位哪一个最不好用哈，干脆眼不见为净，派到阿拉伯去好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建议这样子，我是觉得浪费资源啊。初级刚进来的新进人员，我觉得要加强语训。毕竟台湾的语言教育，我讲真的要拿出来用，不见得能用。那还是要经过那个环境去磨。所以新进人员越多多训越好。但是中高阶以上的人员的语言训练，应该是有所栽培用的，甚至要接触什么样的组织都要安排。我们现在是能够拉到什么组织就派到什么组织，然后训完了。传过水无痕，所以我是期许部长这边你可以建立一套制度，这个跟部里面的升迁有关联，跟国家外交的战略有关系。那你这个预算编出来我们就没办法做。不过我还是觉得说，今年我们先三个人，简列3个人，就是300多万。那简列300多万作为期许外交部改进的一个动力，看招委或其他委员。我们要重质，不要重量，让人员更加精进，能够唯才适用。是，我可以再补充报告一下哈。刚才提到，事实上我们那个中高阶进修不是同仁他自己想去就可以去，我们还要通过我们甄审委员会的审查，要请他们来做报告，他们要提他们的训练计划，我们也委员会还要审查他是这个同仁适不适合哦。所以中高阶训练不是说随便同仁报名的，是要经过审查。那另外刚才在讲那个语训，因为罗委员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个测验，事实上我们从今年度开始是。我们已经定出来了，我们有请外管，他们譬如说你去学泰语、学印尼语，我们有找到他们，找到当地的学校或者是机构可以做检定的，然后我们还定标准，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所以现在是有，包括我们在当地学习这个驻地语文的哦，我们也是每一季他们要把那个学习成果都要报回来的。好，那我们这边希望能够政府裁员困难之下。我们还是要遵节，而且我们派出去训练的人要回来之后，他有特定的责任职务给他，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好用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就减列300万，不是那个减列300万，减列300，我这边本来减列500的，但是我跟王委员一样，都减列300。提到说高阶，我觉得不要了，让那个外交部长来做全权决定了，那就不要派出冗员啦，好，派出未来有发展潜力的人，让你们去调节了。哎，中高阶无所谓，看招委。300啊，250好了啦。好，刘世芳委员讲250万，好。好科目四条。好，那就这样子了哈。来，27到35，请宣读。C 二十七，
原行政院新闻局国际宣传业务并入外交部国传司后，欠缺跨部会横向协调，无法有效提升我国能见度。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之业务费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适应、吕孙林、罗志镇。C 二十八，鉴于外交部对外行销台湾之 YouTube 频道为全龄台湾朝台湾，成立一年多却只有4447人订阅，有待通盘检讨与改善。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冻结300万元。提案人林长佐、吕孙林、王定宇、陈廷飞、罗志镇、蔡适应。C 二十九，新南向政策为我国重大外交政策，查预算编列说明仅光华画报部分提及东南亚语系版之制作发行，其余部分皆无提及新南向政策强化宣导。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冻结357000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镇、吕孙林、林长佐。 C 三十，外交部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编列79567000元，为此项计划效益不明，原已予减列2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 C 三十一，鉴于政府正推动新南向政策，外交部制作国情记录影片及今日台湾电子报并没有东南亚南亚语言版本，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预算编列冻结预算编列79567000元，冻结1/5，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王定宇、陈廷飞、林长佐、罗志镇、蔡适应。 C 三十二，因应无纸化目标，外交部应积极规划采行电子书刊及手机 APP 方式办理。原就外交部制作国情资料、制作国际文宣视听资料及编译出版品经费5584万8000元，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C 三十三，台湾电子报连年编列英日法西德俄等6种语言版本经费，为西德俄语言电子报始终未上线，且英日法版本更长达半年未曾更新，预算显有浮编之时。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减列300万元。提案人蔡适应、吕孙林、罗志镇。 C 三十四，外交部第二目第一节向下制作国情资料发行台湾光华月刊杂志，原列23719000元，相关费用较105年增列了197000元，并无任何细部说明，原予减列191万7000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 C 三十五，因全球传统纸本媒体逐渐凋零，有关原针对发行台湾光华月刊杂志所列经费23719000元，予以减列5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以上宣读。好，请先说明。委员好，有关于这个 C 二十七号监察院的这个报告，我是从头到尾都看过。我想这是当初主改以后一个位阶结构的问题啊，因为行政院新闻局变成一个国际传播司以后，它的位阶只是一个部会的司啊，所以它很难去协调其他部会。不过从今年8月我上任以后，我们已经全力补救，我们跟行政院发言人士啊成立了一个联系汇报啊，那同发言人跟徐发言人我们都定期会举行汇报，就是我们利用这个管道啊来协调各部会，效果非常好。那我们也把行政院的相关的重大政策送到外管，所以这个外管供着外管的这个馆长啊跟各国的政要来说明啊，效果都非常好。那我想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本位主义跟协调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利用这个协调机制来补强了啊。那至于讲这个绩效哈，我想在主改以前跟主改以后啊，我随便举几个数字哈，以民国100年主改前跟民国103年主改以后的国际文宣绩效，民国100年国际舆情收集那个时候是16000篇啊，103年我们已经增加到22000篇，那么投书从这个民国100年的63篇增加到138篇。
我们国际媒体的邀访也从民国一百年主改前到103年主改后增加了邀访249名啊，投书也从93增到199篇啊，所以绩效并没有因为主改而减少啊。那另外我们现在在国际文宣方面也除了传统的这个刊物以外，我们也用一些影音的平台啊。我想下面几题这个我会来做更详细的说明。这个你要继续说明，继续说明哈。好，那关于 C28 啊，这个题目我来说明一下。就是有关这个，我们现在制作了一个叫做 YouTube 的频道，叫潮台湾哈，叫 Trending Taiwan。虽然这个委员说这个只有一年只有4000多人订阅啊，但是他的粉丝页也只有3000多人啊。但是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他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频道哈，它是一个初级性的频道。我跟各位举个例，譬如说，我们前一阵 Arkeo 在加拿大开会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进去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就投放到跟 Arkeo 相关的团体啊，这个给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国际民航的地位哈、啊，反而运用这些外国的网友啊投书来支持我们，所以反而把这个 Arkeo 的这个网站啊，做一些批评跟攻击啊，所以它是一个有目标性针对的一个频道哈、啊，所以它确实是我们一个新的做法，而且效果非常好。像这次的 APEC 跟那个 UNFCCC 啊，我们都是针对跟他们相关的这个团体跟那个他们的粉丝页啊去做一个投放啊，所以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像这个预算也请各位委员能够帮我们保留。好，这是关于潮台湾的这个。要继续说明吗？好，对不起啊，因为都是我的。有关于这个新南向政策的宣传方面哈，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拍了7部以东南亚为主题的英语短片啊，放在我们的潮台湾的这个频道上面啊，来给大家来那个从投放到当地啊。那另外我们也邀访了东南亚记者团，东南亚的电视台的团好几团了、啊、最近都会来台湾，那有一个现在正在台湾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光华杂志也出了粤泰印文版啊，这个每一期发行2000份，大概有一半我们送到这个国家去啊，另外一半我们在国内给他相关的人士，所以我们都有做啊。这个关于新南向的这个政策推广，我们都配合在做啊。接下来是一般事务费。对，另外有关我们的刊物哈，我们这个我们除了国情的纪录片、影片、照片之外，我们现在的这个刊物啊，逐渐就走向这个电子化哈。我们有6种语版的8种期刊呢、啊。那除了这个TR 就是所谓的那个杂志型的、啊，我们保留纸本双月刊，还有粤泰印以外，其他我们的其他语言版都是用网络版啊。所以我们已经在做这个无纸化了，也可以节省一些经费。那至于光华杂志为什么增列这么多经费，就是因为明年我们粤泰印文版要正式的这个招聘编辑，粤泰印的编辑，还有我们有印刷费、分发费、美编费、寄运费啊，所以这个有增加450万的经费。
我想这个大体报告就到，如果委员继续有垂询我们再来说明。我想我不好意思，我的案子是 C31，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拍摄了七部的英语短片，然后还有就是办这个台湾光华杂志，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七部英语短片的费用经费你们是花费了多少钱？我这边倒是没有详细的经费的这个细目啊，不过我们可以补送给委员。好，那这部分再提供给我。好，谢谢。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说这七部英语短片的内容是主要是就生活方面的，生活各种都没有政治性的，主要是让他们知道台湾的情况这样。所以这七部都是讲英文吗？我们有配，对对，但是我们如果针对当地，我们会配当地的语言放上去，就是介绍台湾的文化，对对对，艺术、人文方面这样子。对，我们请传播公司拍，或者我们网上征稿。那 这七部是放在我们的外交部的网站上面吗？还是就是 YouTube 朝台湾的频道上面？你七部影片都是 Training 台湾的那个那七部？对，我们放在这个，这是我们自己的频道，嗯，等于我们自己维持。好，我。林委员，我是28号，我大概可以了解刚刚同仁说的那个意思啦，就是说一般的网站可能有针对大众宣传的，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Training Taiwan 它是针对跟我们要去参与的这些国际组织有关的这些人员或是组织去投射让他们看到，所以它比较不是用一般大量的这个订阅或是浏览量来计算，它是一个初级性的。对，所以我想刚刚您报告的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书面的报告，也就是说是我们做了哪几支，是然后是针对哪些投放，那有引起怎么样的讨论，让我们比较可以有量化的这一个效果的。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好，谢谢。好，蔡委员有吗？这个我想问一下哦，你那个 C33的部分啊，到目前为止你们只有英语、日语、法语版而已嘛，对不对？啊，德语、俄语到现在都还没有嘛，没错嘛，哈。有，是网络版有，我们都有俄语编辑的，一边在我们这边上班。不是啊，你的电子报呢？对对，有这几个吧？有上线吗？有。西语、德语、俄语，因为我们查没查到啊。有，我们查到了之后，你只有上线三个语版而已啊。您可能是看到以前我们那个《Free China Review》杂志啊，那个已经停掉了。那现在是电子报，就是新闻性的。啊，你们的电子报从哪边订阅啊？电子报订阅？那我看到的是没有啊。那我们在从你外交部网站上面可以找得到吗？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看是没有。所以才说要删你这一笔预算啦、啊。啊、你有的话你找给我看，你给他找给我看。好好好，你们这些都有在我们的外交网站上吗？都有，就是网络版，网络版，网络版。对对对，有上到网络。对，因为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纸本为什么还保留英语的杂志？因为我们送到国外的各大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还是要一个东西陈列代表台湾。如果都是网络的话，这个东西在文宣上还是效果比较差一点。是，请林委员。我再稍微补充刚刚关于 C28 的部分，就是其实可能直接请同仁在那个，因为 Facebook 上面或 YouTube 上面它的那个投放都会直接有后台的报告，也许可以直接附上那个，那它就会有每一个点阅或转阅的这一个价钱是多少，它就会把这个都会分析，那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哎吼北吼这样，那所以那个部分也一起准备一下，谢谢，谢谢。好，罗委员，那个刚才那个我们前新闻局长哈。江启臣委员特别说哈，这是过去新闻局的重要业务，啊，我讲你讲呀，所以我们不要砍太多哈。但是我强调一下，不要砍，他说不要砍，他说这是我们在砍，不是他没有砍，他这个这边完全没有提案子哈。不过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有很多部会都在做宣传的工作，包括那个观光局，那很显然观光局的那个点阅数啦、订阅数都比我们多嘛。那没办法，因为内容是不同，你们相对比较硬嘛，他们可能就软的东西嘛。但是我还是建议，还是要有一些适度的整合啦，哈、哦，不要说两道人马，两个东西在做。那这一块，我觉得
但外交部没办法去整合观光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类似的国际统一的宣传平台。以前因为有新闻局在，所以比较能够做这个角色。那现在并到外交部之后，那个就不见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要一个适度的去做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啊。但是有几个人都有要求删嘛哈，我建议就是酌删了哈。但是因为刚才那个应该是市长提到，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纸板的东西。因为在外馆，在很多地方摆在那边，摆在架上，就是算是宣传的嘛，还是要有。但是那个量可以再减少一下了，所以我现在适度的酌删可能还是必要。那可能部里面提出一个数字，大家觉得，或部长这边觉得可以做一个少纸化哈，然后尽量环保的这个目标了。好，好，谢谢。来，李委员。不好意思，我想针对刚刚我所提出来的 C31的部分，因为我们政府其实一直以来都就是把新南向政策这个目标放在第一个位置。那刚刚您说的这个拍摄七部英语短片，其实我在网络上面并没有看到我们针对这些国家所拍摄的这个语言版本，所以我在这边所以提出了五分之一的冻结，就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改善。五分之一多少？五分之一是1500。一千五百。对。就冻结1500。对对。冻结五分之一。那冻五好，再冻少一点没关系。那针对我的提案是30跟34哈，尤其是对于30，我们看。政府对于那个文宣品的那个列印啊，一下子都是好几千万了、哦、但是用纸本方面跟光碟方面却没有呈现出来哈、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去宣导，你们要做宣导，做纸本到宣导，那为什么都国际上还是比较知道大陆，不知道中华民国台湾，在这方面你们的宣导做这么多的纸本也没有把它宣导出来哈、哦、所以这个效益没有呈现出来，这显得就是外交部的努力还是不够。好、哦，部长这边虽然常常出国去宣导外交，那这方面还是多多加强努力了哈、哦。那这个是针对我们33，那34案的话，那就是刚刚还没有解释之前，光华画报对要不要在于做这个纪念特刊了、哦。并没有做出说明，后来说纪念特刊并没有做，反而要去印泰国跟越南的编译这一部分、哦、那这一部分你还要细部的说明，你要细部的说明，因为我现在都做电子书刊了，那是不是你能用电子书刊网络上去呈现，还说你一定就要印这些东西？这个主要我们这个推动新南向政策，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因为还有国内这些新移民，他们要也想看，跟他们，所以我们纸本还是有必要。是我们一起才2000份而已，是不是很多？这不是几份呐、啊嗯？如果有这个需要啊，你要印10000份也 OK。是你要把它说明清楚，你印的这个编译的内容要宣导什么？我看过内容，主要是就是说我们台商在那边成功的案例比较多了，还有这边新移民生活的情况。这个发了对象。越泰印当针对当地国家，当地国家的针对政要啊什么的，我们大概有一半从外馆去分发，一半留在这边分发。你发放的对象，你是谁去发放？外馆就用外馆去拜访，外馆发放。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落实去执行去宣导，是是啊，这才能够这个做这个资本才有效、啊，是，不然你就是直接用电子书刊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东南亚那边可能网络比较落后，网络不发达，有些国家可能不是那么是，所以要落实去做了。是啊、哦，你对发放对象就要实质上去拜访，是这样子，好不好？好 好, 好，那王委员，谢谢赵委员。基本上这几笔预算我是都没有提案，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哈，因为台湾的外交处境大概软掉的东西比较容易有机会。那硬碰硬的外交的领域，我们已经吃很大的亏了，所以在软调的部分，我们是期待哈。那期待部分，我们给一些建议。第一个，比方说像那个 YouTube， 你拍那个 Training Taiwan 其实不错看哈。但我建议，事实上台湾年轻人在 YouTube 的影片呈现上那个创意，那个超越世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哈，拍不出他那个年代的东西。就十几岁的创意，20几岁的创意，我们到了40-50岁，真的就是拍不出来。
所以与其这样，你把预算变成一个奖金，把你的那个 Trending Taiwan 变成一个评，经过审核就挂上去，经过审核就挂上去。那像最近那个我常举那个例子，20个 台北的高中的那个跳舞的街舞的那个影片，才3分多钟，3万块钱而已，已经600万人点看过了。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既然外交部有这个平台，你们现在拍的，我一看那个大概就是制作单位在拍的，很漂亮，直金哈 HD 的怎么样子。事实上，你提供一个平台，让台湾的年轻的世代或者大叫做大专杯也没关系，他丢进来。符合一定标准就给他1万块奖金、2万块奖金，你钱花的很少，你得到的影片量可能会大到很多，而且他一旦拍出来，就算你没有用，他已经上传 YouTube， 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流传了。你等于丢了一个奖金的诱饵，让 YouTube 的世界里上面多了成千上百个影片在那边流传，国家目的都达到了。我也许只奖赏一个，可是制作单位丢了1000个出来，没有入选的还是会在那边流传。所以新的方法，我建议外交部要用。那至于光华杂志或者其他东西，我觉得讲不清楚的，赶快汇报告过来。那这个预算我是建议说支持，让你们去做，因为中国跟台湾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能够走的外交途径跟方式比较软掉了，所以预算我支持。那建议你们的方法，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学新的，用钓竿跟诱饵，让年轻人丢出东西出来。好，谢谢。我跟委员报告，您的讲法就是我们现在做法。我们现在固定在网上征集这些短片，3分钟的都是免费，大家来一直征稿、一投稿，然后我们选最好的，然后把它放上去，完全不要钱。主席会具体建议哈，就是说你刚跟部长沟通完之后，感觉上你没有要特别要删嘛哈，就我们是就用动的方式，然后请外交部提出一个报告，然后经同意之后使得动之，好吧？对，我们支持外交了，哎，支持外交要做好来，好。那这C33还没解释吗？今日台湾电子，来哪个单位先说明？有，我刚说明，确实有上线，没有问题。蔡委员还没有看到。我上你们外交部网上就一直找不到。从那个台湾 Today 的网站进去，它就有连结。那你们自己外交部的连结为什么不弄？我们方式不太一样。你们自己外交部做你们自己的连结，不要什么都委外。我们就从台湾 Today 进去。来，我找给你看，你要不要来看一下？你上你们，来马上沟通。你们上一下你们自己外交部的网站啊！你不要再讲台湾 Today， 我问你嘛吼。这个不就是你们今日台湾电子报、你外交部的网站啊？只有3个而已啊！我靠，这是我抓你们的图档下来是这样子 啊！你们直接把它抓出来，来告诉蔡委员。然后里面的资料是到今年4月而已啊，所以今日台湾是在今年4月以前的新闻啊，5、6、7、8、9、10、11都没有啊。好，那你现在27案到35案哈，各位委员非常支持外交，就不宜简列。但是因为你们很多的细部说明哈，还有这些网站还没查清楚哈，我们先以冻结哈，等你们做一些报告，要做书面报告吗？刚刚吕淑玲吕委员是要冻1500万，我是冻1/5啦啊，这个金额我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照例10%了。好，1/10。好。然后书面报告。书面报告。1/10是多少呢？750万。啊，那就动800了。790啊。好，动700万。动700万哈，林委员，最后还是留个记录，那也让同仁记得哈。这是我这个是并进去没有错，大家一起动。但是我要的报告跟刚大家讲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关于这个有目标性的投放它的结果的这一个报告。好，你还这个我们冻结700万，那你要做所有委员质疑的地方，好，未达到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做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解冻，好吧？主席，我的部分是要有具体的改善啦，因为这个具体改善的报告给你。对，好，没有成效要出来，改善跟成效啊，做出来给李委员跟本部委员，谢谢大家都要哈。那现在我们16、17、18案有一个主决议，我们请议事人员先宣读内容。外交部106年度预算支出第2目外交业务第1节外交业务管理中。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国外旅费编列1162万5千元，为查该笔预算较去年增列251万5千元，增列幅度近三成，预算书内却无具体说明，恐有浮编之嫌，建请外交部提供此目国外旅费编列内容说明。以上宣读。好，各委员，这个内容有没有意见？要修改吗？没有，那就通过这个主决议。他们提的，哎，是他们提的。好，那我们就回到西万。在回到西万之前，先跟各委员报告，我们这个整个西岸里面，西二到西三十五，我们总共减列了550万，冻结810万。好，太少了哈。那所以在西万通案里面可以再增加，哎，是各委员，提案委员不在，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好，那就好，那我就再附送一遍。那这个西岸我们就减列550万，冻结810万，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解冻科目都自调。好，那跟各委员报告，我们部长等会4点半，好，要先行离席啊，有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10分钟。主席，刚刚针对我的部分是要有具体成效出现哦。对，好，已经有讲过了，有宣读过。好，那就这样休息10分钟。然后地里面有几个蛋，地里面有几个蛋，早上那边两个我一定要吃，是有一个地点不到，但是这个一定要和地要晚上怎么坚持。我们很多要律师看。
当地律师。然后又是说，我们有时候是从国外还有请当地的雇员，那有的国家他们法令规定是当地的雇员还必须要有那个会计师，然后去帮他做一些，比如说他帮他去办理一些那个保险，对，那所以也要会计师的费用，所以那个顾问费就今年是就会有2000。然后他这边还有提到说，这个顾问呢，他这边写说这个顾问呢，应该是要依照这个各顾问各机关聘请的外聘人啊，来工作，然后去提供这个服务的产品。可是因为行政院发布的这个规定是人来台湾工作，可是我的顾问是在当地国家来台湾。他的成本就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支付，因为律师当场就是有签约有问题的时候，对啊，对啊，所以他就。那委员的意思是
各位委员，我们继续开会。部长，本来是4:30要请假的，那因为怕塞车哈，有药物在身，所以他就先行离席，由我们的次长侯次长来代理。那我们现在开始就审查第一案哈。第一案先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第五案是奖补助的费用，我们并到第6到25案，等到讨论到第25的奖补助，我们再跟第五案一起来讨论。说一下第一案到第4案是通案，所以我们现在从第5案到25案，一起来讨论，请宣读。第五，外交部对外捐助之科目预算编列过于简略，不利于审查，原针对驻外机构业务之对外捐助预算数59,973,000元，冻结300,000元。提案人陈廷飞、林长佐、刘世芳、罗志正、吕孙林、王定宇。第六，驻外机构业务向下驻外使馆、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原列294,574,000元。鉴于外交部未来不排除再增加裁撤驻外馆数之数目，该笔经费预期会有剩余，源于简列5亿元。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徐志荣。第七，国庆酒会功能有限，原针对第3目向下
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367万7千元。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镇、吕孙林、陈廷飞、林长佐。第八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驻外单位办理国际文宣活动费用原列140万元，为查类似国际文宣经费已于其他预算科目编列，该笔经费编列有行有重复，原已于减列140万元。提案人吕玉林、江启臣、徐志荣。第九，因应我国财政支出日益紧缩，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728万2千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罗志镇、王定宇、吕孙林、林长佐、蔡世应、刘世芳、陈廷飞。第十，驻日单位长期对日谈判不利，原针对第三目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2亿5千万元，冻结2亿5千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林、徐志荣。第十一，外交部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其说明指称临时人员酬金及顾问费之金额，与业务费下临时人员酬金及按日案件计资酬金之总和有20000元之落差，显见预算编列有未经确实之处。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冻结1亿1千万元，提出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林、徐志荣、江启臣。第十二，临时人员酬金及按日案件计资酬金之说明内容与其金额与预算金额不符，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予以减列1173万5千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林。第十三，驻外管处或有功能不彰，或同一国家驻外管处数量过于密集等情形，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针对外交部驻外机构业务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水电费编列8327万2千元，予以减列8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林、徐志荣、江启臣。第十四，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就资讯服务费编列1589万1千元，减列2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林、徐志荣、江启臣。第十五，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针对通讯费原列1亿0616万9千元，减列2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林、徐志荣、江启臣。第十六，按日案件计资酬金未详实说明，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中按日案件计资酬金全数冻结，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林、江启臣、徐志荣。第十七，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针对一般事务费编列7亿3430万7千元，予以减列50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林、徐志荣、江启臣。第十八，外交部应设立区域会计中心，派任专任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工作，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罗志镇、王定宇、蔡世应、吕孙林、林长佐、陈廷飞、刘世芳。第十九，外交部106年度预计财处四处管外管为106年度驻外使馆、驻外使领单位相关费用确增列，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之一般事务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刘世芳、罗志镇、陈廷飞、吕孙林。第二十，一般事务费使用未依准结方支出原则，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予以减列3430万7千元。提案人蔡世应、陈廷飞、吕孙林、罗志镇。第二十一，106年度外交部驻外管处数量将进行四处管处之调整，为房屋建筑维护费理应减少却不减反增，原针对第三目项下
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之房屋建筑养护费予以减列400万元。提案人罗志正、王定宇、吕孙林、林长佐、刘世芳、蔡世应、陈廷飞。第22，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针对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编列3220万8000元，予以减列4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第23，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针对国外旅费编列1,887,700元，减列4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第24，外交部应就驻外资源配置妥适规划，原针对设备及投资编列5,132,700元，减列8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第25，外交部106年驻外机构业务计划奖补助费依105年半年结算报告，该科目执行率仅达71.7%。原针对第三目项下之奖补助费予以减列17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以上宣读。先跟各位委员做个说明哈。刚刚第1到第4是通案，我们等会再回过来，所以先保留。那第5并到第25一起讨论哈。那但是这个从第5到25里面，在前面第6到第10在我们的大目里面都在讨论整个领事单位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工作维持，所以第6到第10我们也先保留，先讨论后底下的一些分支计划里面第一级跟第二级的一般的那个业务费用。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从11到23一个业务费，然后24是设备及投资部分，还有25到第5案是属于奖补助，分这三项来讨论哈，好不好？那现在先请说明11到23。报告主席，那个第11的这一个部分啊，有关于临时人员酬金啊，包含的顾问费、还有出席费跟讲座中等会稿费等等啊。那另外，刚刚有助理在讨论说差了20,000块哈，其实那20,000块是返国的述职费啊，所以加起来是，数值是吻合的，那这个是依照相关的编列标准来编列，所以建议这一个项目就不要再冻结了。以上说明，谢谢。鲍委员，接下来说明。鲍委员，这个第一案里面从这个第19、第21号，事实上是有关外交部整并哈四个驻外管处哈相关的经费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在上午哈我们在讨论第 B3 案的时候哈，我们各个相关单位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而且当时大委员会也已经做了一个决议哈，在人事的费用上面哈没有任何的裁减哈。那这个19、21案啊，分别是因为这个我们要整并外管哈，所以可能给大家一个误解哈，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资源会有因为整并四个管哈会有多余出来的这个资源，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做资源的调配，而不是做资源的裁减。我们四个管会有8位职员哈，5位雇员哈，事实上这个8位职员哈，我们会把它好移到好其他好业务比较吃重的管处，也是目前在执行重要我们外交政策的管处。我们把人力资源好做一个整体全盘的一个调配，是把那位8位移到其他的管处。那另外剩下来的5个被裁撤的雇员哈，我们会把这个5个雇员的名额哈也给到需要因为业务增加需要增聘雇员的这些管处去。那同样的道理呢，因为人员的做了调整以后哈，事实上这些有关行政费用哈，相关的办公费也好啊，相关的业务费啊，也一样是移到了他需要增加
人力跟需要资源的这些新的管处。所以基于这样同样的道理哈，我们在这边恳请大院哈，恳请贵委员会能不能啊，就是只要是相关，就是有关因为四个诊病的这个外管哈，这个因为资源的这个调配哈啊所做的相关的有关的，不管是冻结案也好，或者是三检案也好，都可以哈，恳请不要做冻结，也不要做三检。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业务哈，这个就是说一个全盘的一个，不管是人力或物力资源的调整哈，不会这样因此啊而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原先预估的目标。我们这个目标就是把哪里需要钱，我们就把钱移到那里去；哪里需要多的人手，我们把人移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全盘的一个考量，一个全盘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部分哈，我想恳请这个各位委员哈，能够比照上我们讨论 B 三案的同样的一个精神哈，跟同样一个结果哈，不要对这个相关的案件哈做任何的这个删减以及冻结。谢谢。还有没有接下来讨论？接下来说明有吗？主席各位，秘书处报告，有关第二十一，就是外交部这个106年外管的房屋养护修缮费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在我们希望明年来加强这自由管舍的修缮跟维护。那这里面包括我们在美国的珍贵财产双向研啊，以加强国有财产的管理。这个部分我们在今年105年的2月26号啊，我们曾经通函相关的管处，请他们聘请专业的一些顾问公司来评估检视我们所有的自由管舍哪些部分要修缮那是一次修缮呢，还是分期分段来处理？当然这从我们这个报回来的资料里面其金额相当庞大其中就光纽约我们换三部电梯，还有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大概有10-20年的这个空调系统要更换，光这两个部分的金额就非常高所以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养护费里面我们稍微编了一下敬请委员支持。还有没有要说明的？都说明完毕了吗？到23案。主席好。雅协副秘书长周学佑报告。那有关于第13案、14案、第15、17、22、23、24都有提到我们驻横滨办事处，在这边补充报告，我们驻日有6管处、1个代表处、5个办事处，其中有半数都是两人管，只有2位同仁。那要强调的是他们的辖区不同，然后比如说横滨呢办事处呢，它所辖就相当的大。那么在当地呢，它也是我们在日本的3大领务重点管处。那么也有这个华侨以重要侨社及侨校的所在地，那个具有这个重要性。那有关于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呢影响到我们驻外机构业务费用呢，恳请呢大院重视这个基本行政预算的重要性，并予支持，同意免予减列及冻结。报告完毕。好，都报告都说明完毕了。刚刚在说有剩余的经费啊，就可以挪来挪去哦。这个我们编列预算是就是专款就要专用，如果有剩余的话，你就必须要缴回。如果你这样挪来挪去，就是违法。好，你要编列预算那个精神呐，好，不要这样子挪来挪去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遵节预算跟经费，所以一定要在那个科目上来做使用，不可以自动私下的挪用。刚刚的报告里面啊，这都有录音的，你们真的要遵节使用经费哈。那请我们的提案委员就我们的11案到23案，徐志荣委员，您的提案他们的说明有意见吗？12案没有说明吗？刚刚。12案没有说明到吗？那你再补充一下。
两万块的我知道有说明的。那另外说这些驻外机构的这些经费，由105年度起开始统筹在外交部编列，那这些经费也受限于这一个汇率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经费才会编说比上年度来比较增加的这个情形，所以请委员这一块不要再简略顾问。处长的说明我了解了哈，只是说增幅2000多万也达到11%多了哈，应该汇率的还是什么，应该趴数也不会达到这么高吧。那简历的数字大家再看看怎样的，大家共好，请罗委员。那个我主要是有几个哈，第一18的部分哈，是这样，就是因为驻外单位里面那个会计人员这一块哈，我这是用冻结的方式哈，主要是我相信就是说外交人员事实上也不喜欢做会计工作了，因为那个是耗掉你们很多真正外交该做的事情，可是又需要一些必行要做的会计工作，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应该有一个会计区的概念，让真正会计的人去做会计总务这一块，那这样的话一旦能够有这样东西的话，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外交人做外交工作，但是目前看不到外交部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跟做法，所以我基本上是采冻结的方式，然后希望外交部提出一个未来推动这个会计中心，比方说好东南亚哪几个外管统一在某个地方做会计账就可以了，那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会计更专业，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外交资源更有效的运用，所以我是用这种冻结的方式来建议哈。然后21，对不起，21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外管的成本哈，我相信会因为未来可能部分的管束要裁撤之后会有减少啊，但是我不敢说你们一定会省多少，但是我觉得酌量的删减可能有必要，因为你们一定会有一些管束会裁撤嘛。那财政如果在这样的话，反映在下年度的预算应该是有一些删减的空间啊，所以我是提了大概你看一下400万吧啊，那够不够还是太少，你们应该多删一点我也没意见啊，我只是说如果真的要展现你们真的已经做了决定要做财政的话，理论上你们的外管的费用应该不会照原来的方式那么高，因为你们这个预算是编在你们财政之前的。好，好，那蔡委员，我这是哪一条？等一下，不好意思，是89/20哈。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哦，就是在那个第19的部分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所提的预算里面哈，有一些是把。认为说我们的这个驻外机构合并好像不对，有人认为驻外机构应该要合并嘛，吼。那我认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好像我们在行政院的部分还没正式核定我们的外管的一个方向，吼。所以我们认为说，他如果确定有要合并的话，他原来的预算到底要移到哪里去？到目前为止，我想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所以我是建议就部分的预算给予他冻结，等他确认之后再向我们外交委员会，吼。提出书面报告后实的动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支持刚才那个我们罗志正罗委员提到那个利比亚的那个案子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夸张的哦，没有开馆，每年都变预算哦，所以我觉得干脆就把那笔预算予以删除，谢谢。全数删除吗？对啊。好，那我针对第11案哈，就是你们的预算写的真的很不清楚了。刚刚你们的解释的话，就是把钱又放到哪里去，然后剩余的又来移过去哪里用哦？这个你们要好好的改进哈、哦。那第16案的话，我们在看到你们的说明里面，特别针对临时人员的酬金跟顾问费，我想问一下你们顾问费是什么顾问费啊？要花这么多钱，2576.9万元，请什么顾问，在做什么事情？拿麦克风。就是驻外单位的一些法律咨询啊，还有请律师的。对对对，还有一些
会计，会计师的，就是当地请当地的律师跟会计师所需要的费用。对。那这一部分哦，你因为什么事情要请这些律师跟顾问跟会计师哦？你们做一个书面的报告，详细的报告给我们。我先予冻结。你做完报告，我们看到你这个该花的钱之后，啊，我们同意，我们就使得动之，好不好？我这边我就提议冻结，你这原全部是2500多万嘛，我就先冻结一半嘛，冻结1000。好，冻结300整数了，300万。冻结300万，你做书面报告，你的顾问费这是个怎么花的哈、哦？做个说明，因为你们很多的细部说明都没有做出来啊，那、哦、这样口头这样报告也不清楚，好、哦，详细的做这个报告出来，我们再动资。来，罗委员，我先讲，主席拍手，我再不是，我想先等一下，我先罗委员，你刚刚简略部分你的400万，他们跟我解释那个四百万就是那什么养护费用是。嗯，是有管社的养父啦，不是租金，所以我那部分就撤回400万的部分。你不是要简历啊？不，简历是在利比亚那个一定要简历。好，那好吧，这个第几案？第9我一定要简历，但是第21我可以撤。第21先撤案，撤掉。第21好撤案，然后第9您要简历部分。第9等会我们回来，从6到10再一起来做，好不好？好，那。不好意思，我再请问一个问题，我有看到你们的预算，但我找不到。我们这个驻外人员的车辆的购置啊，你们是放在哪个地方啊？也是，所以不是在这一笔里面嘛？好 ，OK， 好，第7目 ，OK， 好，好，那这个徐志荣徐委员，您的简略部分。一起要简历吗？好，那现在低的11到23案，我们就冻结300万，做出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动资。那这一个部分就没有简历，好，没有简历。对，还没有，我们回来再处理哈。那24案，国外旅费，这个到国外旅费。24是设备跟投资，请宣读，宣读完毕。好，请说明。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这不是网站，这是设备。设备投资啊，不在我这边，不用说明哈、啊，那就简历是吗？他不用说明了。第二次同意简历。第二次。啊，刚刚第24案已经报告过。再说明一次了。好。要协副秘书长周学佑啊、再次就第24案来报告，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驻横滨代表处它的地位功能，强调的是我们驻日本总共有6处，其中半数是两人管，只有派驻2位同仁，这个 CP 值成本效益是相当的高的。那不仅它与东京的辖区不同，那它本身的南关东地区的辖区很大，而且它也是重要的侨社侨校的所在地，具有历史及精神的意义。那么过去这几年间，他的绩效也相当不错，互动相当频繁。比如说，他的横滨市长也刚刚来过，也刚刚跟与我们新北市签署了防灾协议。那各项资讯显示呢，他也是我们驻日3大的最重要的这个领务工作，工作量是排名3。那么，所以恳请呢，委员呢，这个不要因为这个议题呢，然后影响到我们基本行政预算。那重视这个预算的重要性，并予支持，同意免予简列及解冻，感谢。好，因为这一案里面的跟其他的那个
有一些要并案的，都是在讲横滨的办事处的问题哈。那我们跟等会在一起，在大幕里面再一起来讨论好了。请次长。好，谢谢委员。那个，其实这几个案子啊，都是讲这个驻馆的裁并哈。那其实不是裁撤，而是说，这个把我们这个外交资源做合理的重新分配了哈，所以也不是挪用啊。那只是说，比方说人员就到这个比较需要或者我们目前这个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去或者管处去了哈。那当然经费也会跟着人走嘛，所以并不是说把这个那个边的那个预算挪到那个另外一个馆去使用哈。这个我先说明一下哈。那另外就是这个事实上我们我想大家知道我们是有这个重新分配，所以也有可能在增设馆处啊。那就是看到时候的这个情势了哈。比方说我们目前事实上有的馆有的国家也曾经跟我们说可以来设处了，但是我们要衡量要评估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一直往下裁或者裁并越来越少，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可能也有新增的那个可能性了哈。只是说因为我们这次预算是整三月到五月编的嘛，那你到明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出现那个必要性。比方说南向国家，事实上也有的国家我们也正在这个评估了哈。这样说明，那就这边减那边又增就对了。所以并不是说一直往下减掉了。对，所以你们还是就挪到南向政策去嘛，是不是这样子？鲍委员，那个减的那几个馆的经费哈，我们会把它控留住，但是如果照年度。我们刚刚有谈过，如果我们会做一个调整，如果我们没有增加的，那当然那几个馆就是那个经费自然就会缴库了。但是如果我们那个年度明年度可能会在增设的时候，基于整个预算执行的弹性，可能基于时效，我们可以以那个经费并的那个经费来移作增加的这些所需要的经费，这样子会在预算的执行效率会是比较高。所以你三跟真正整并的，你要做个详细的报告啊。这个预算不要这样挪来挪去，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对不对？你执行率的问题，那个应该没有挪来挪去，因为你执行的话，好，主席，我们可以。那我们先请我们罗委员。其实主席刚才的这个。点醒是很重要。我们现在不是授权给你这样挪来挪去，那我建议就是这部分基本上可以不删，但是冻结一部分，到时候你要云挪等等的时候，我们给你空间，可是你到时候要提出一些报告出来。好，比方说，好，我今天东南亚某个馆处要增设了，好，然后之前因为裁了某些馆，这些钱不见了，不是，就是不用了。那等到下次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解冻也可以啊。所以可能我建议是不删，但是冻结一部分来作为他们实际需要的这种。调整，他像是现在不能授权给你们说啊，我今天这笔钱不要，就是挪到哪个地方去。这个预算的，那所以说这个预算，你在这个横滨部分你要减，你做减的报告，你那个南向要增，要做增的报告啊。所以这个预算我们先以冻结十分之一吧。啊，我们这边就冻结五百。冻结五百，你们书面报告，我们才来动资。哎，十分之一嘛，哈，十分之一。好，作为书面报告，同意就解冻，就动资，动五百。好，那现在第五跟第二十五说明。主席，那个冻结案我可以加入那个提案哈。罗志政委员加入提案，共提二十四案。请说明。这个是对外的各馆的对外的捐助，这一个其实他是在办理那个驻地官员啊、侨胞啊、侨团啊，办理各种活动的经费，这跟OECD 的那一个分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块我
建议就是说不要冻结，让他们执行上会比较。外管的经费，其实我们现在尽量的，在审核方面，我们是从严来审核，所以有一些外管甚至于会抱怨，主计处啦，说怎么审核的那么严格啦。所以我开玩笑说，主计处现在三个字哈，变成故人院了啊，所以，在经费的动支上，我们是很合时来审核，所以为了让他们在执行的这个效率上啊，能够有所增长啊，我建议这一块就不要再冻结了。以上说明。好，现在请徐委员。二十五案。我二十五案，不好意思，二十五案的案由也是写得很清楚的，就是105年。半年的那个执行率也是71%多嘛，那我简略的也不过就是那个数字的差不多30%这样的意思的。包委员，这个部分的执行啊，大部分都是在下半年来捷报，所以下半年的执行率会提升上。我们不是半年的预算有这样分配，半年预算。半年的结算这样吗？那只是密字旁的结算，不是三点水的结算。哎，好，那我就不坚持的，因为我还没有讲到委员要讲了，就不减资撤案吗？徐委员，好了，那就撤了的吧。那这个案子跟第五案一样，第五案有没有共提委员？这个案子要不要？第五案，罗委员，那就跟第五跟第二十五就撤案。好，那我们就回到六到十案，六案到十案，外交部请先说明。鲍委员，那就说明过了是吗？是，刚刚也就是跟那个整病事案有关的。江委员，你要不要先讲？我先讲，就是减两亿，动两亿啊。外交部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一家通过了。那你们动作快一点啊！没有声音，我们就同意了哦。鲍委员，这个减两亿化，这个外管的工作，在这个日常的工作的推动上，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哈。这个还是恳请委员，能不能够重新考量，多给外交部的工作哈一些便利跟一些支持，谢谢。全部是294,000多万啦，啊，那你那裁掉四个外管，总共会省下多少？你有没有精算过？2800万，台币还是美金？台币。当然有些没有马上了啊。对，那等于说你裁掉这几个管是明年会进行，是不是？抱怨没有？报了基本上就会核定嘛。我补充一点就好了。其实因为那个四个管现在，我知道很多单位在游说了，很多团体在游说，但是有一个是一定的，就是那个利比亚，因为本来就是空的，也没有派人去，啊，可是你们还是编的嘛，好，那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确定的啦。其他三个馆就算要裁，可能有一段时间还是需要继续在那边运作，所以我建议就是，针对利比亚这一块，就是我的第九那一块，就是那一部分全删，七百多，
700多万全筛，那其他部分可能给外交部一点那个准备跟调整的空间了，好不好？两亿是有点那个了。那我想问一下，才知道这四个馆总共这些经费是四个馆多少钱？2000多。2000多嘛，那这四个馆都才这样嘛？那因为他是说他明年还不会全部核定下来啊，核定下来结束啊，至少有我知道了，半年到八个月了。哎，但是利比亚你现在有人吗？对，利比亚现在没有人嘛，对不对？所以利比亚的钱其实可以砍掉嘛，对不对？利比亚是700万。700万，然后再加一点，再加一点点，就是差不多1000了啊，砍个1000。因为他还没做到结束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哦，好了，那砍800了，啊，砍800，但是要冻结，哦，这里我要冻结个，我看冻1亿好了啦，后续你们来报告执行的概况嘛，好不好？因为啊，我对驻日代表处这个他的角色错乱，我很有意见的，哦，我又不能只专门点说，我们驻日的代表处一年多少钱？应该仅次于美国啦，对不对？驻日代表处一年花多少？业务费用，2亿6，这是业务不高的人士嘛，纯粹业务嘛，2亿6嘛，啊，哦，那在这一波那个检讨那个管处里面，驻日的有没有？有夸吗？有没有？你们内部检讨已经有所有的都有啊，嗯，之前不是有传出说横滨药材，报告委员，横滨没有列入考虑，横滨没有，没有，有哪里？这个可能不方便，这个在这边，在这个场合跟各位报告，是吧？所以说还是有第二波、第三波了啊。其实我们有大概都是随时大概都会有在整体的考量哈。不过我们过去大概差不多每不会很密集的在做这样的事，大概不能说出哪几个，但是可以说有几个要裁嘛。没有，因为我们这次四个馆哈，最后决定整并的时候啊，我们在考量、在讨论，因为是在我们很多地域市啊还相关的，大家一起考虑的时候，提出的馆哈，考量的馆绝对是超过四个，所以最后是决定这四个，因为在考虑的时候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从各方面各个角度来，所以被提出来讨论的馆处啊是超过四个的。好了，那是。那个刚才罗源那减800嘛，那我这边动1亿吧，好不好？再来说明就好了，因为这未来一年哦，管不到，因为你们陆续第二波、第三波都会在增加，三十分之一，所以这个预算上先要做个说明才能够动资。三十分之一而已，他全部29亿耶。请王委员，看在我麻醉还没有退的状况下，所以现在讲话不准，我现在讲话一切靠情，不靠理哈。但外干妈公第一个减八百万，刚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哈。那日本的部分，我们以往我们就是动10%，让赖提改善的计划，就日本的部分，不是全部的29亿了哈。就其他的已经有列入考量的，第二波、第三波都出来了。我的明年会有一些状况。他动全部才2000多啊，就是那个四个馆有2000多而已啊。对啊，我们看动20几亿啊。这个四个馆是2800多万嘛？对，那我们就减列800万，冻结2000万，冻2000万好，可以吗？安利好了，来做详细的书面报告。OK， 安利好。那就第6到第10案就是减列800万，冻结2000万。做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动资。那我们现在就回来。对不起，我们减那个八百，就是没有科目字条，你们就是针对利比亚的部分，针对利比亚，好吧？利比亚700万都要动那个减列。那其他剩的70几万你们自己找。对了。第九。好，我们接下来26到28案，请宣读。第26案，
第三目向下驻外经济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外交部预算编列未说明非洲地区一个单位为非洲地区之何处何国之单位，以及其监管之范围等必要资讯。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经济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象征性减列1%，即275,000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正、吕孙林、林长佐。第27，台湾业者学者预制驻外当地研究调查，却被当地厂商威胁，驻外人员无能协助。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经济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予以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第28，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预算编列时有必要本于准结原则。原针对第三目向下驻外经济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予以减列52,000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以上宣读。请说明。是，报主席、各位委员，国贸局副局长陈正奇报告，有关这个第26案的部分啊，这个非洲地区这个编列的部分啊，我们所编列的这个目前所编列是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啊，编列这个2750万2000元，主要是驻外人员内外互调。那我们预计这个依照过去的这个办理情形啊，编列52人次，还有返国数值啊，我们已经减列为19人次。那么还有这个象牙海岸啊，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驻外单位的业务费啊，都已经编列在外交部的统筹单位里面，但是象牙海岸目前还是由经济部编列。那么象牙海岸的办公费编列2217,000，就是221万7000元。那么这个在内外互调和返国数值啊，我们已经比上一年度啊减列10%了。那么所以请这个委员啊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行政工作维持费用。那么有关这个预算编列的项目说明不清啊，我们会配合外交部检讨改进，以后非洲地区我们会写得比较清楚一点。那至于这个去驻外去调查研究等等啊，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涉及这个在海外啊，要行使这个政府单位的调查的公权力啊，的确是必须跟当地国的政府来配合协调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再强化跟驻地国政府的协调跟联系啊，那协助我们业者还有学者去那边做调查研究考察的这个工作。那这是我们会检讨改进，那请这个委员能够啊给予支持啊，不要减列，不要冻结，因为这种工作啊，就我们的国家处境的情形啊，有时候是要真的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啊，去来维持这个关系。那么最后一个是第28案啊，有关这个业务一般事务费的部分，这一般事务费主要是内外互调里面的装费。那刚刚报告就是我们这一次编列的这个内外互调费用，已经比上一年自己都先酌减10%，所以请委员能够免予减列。以上报告，谢谢。好，先请提案委员徐委员。还是江委员。好，我这27案呢，这个部分主要是这样啊，我们应该我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嘛，就是实际上我们驻外的经济组啊，比如说我们在查缉这个香菇走私的时候，或者香菇的一些经过第三地，然后又进到台湾来这部分啊，像这个我们努力防堵很久，那民间的这些团体他们也非常关心。所以他们也自己组了这些学者专家等等啊，到越南当地实际去了解到底那些香菇是不是越南自己本身种的，还是从大陆经越南，然后换个这个产地证明，然后就到台湾来啊。但是我们的了解是，这些人到越南去之后啊，我们的经济组并没有进到啊这个等于说比较好的这样子的协助了啊，所以
我在这边呢就特别提出来啊，我们的驻外人员啊，在这一块啊，其实态度应该要再积极一点啊，有时候不能因为啊，当地国啊，他可能为了掩我们合理怀疑啦，有时候是为了掩护一些我们觉得不法的啊，那但是我们这边就屈服了啊，那实际上这就严重影响到我们自己国民的利益啊，跟国家的利益啊，所以在这边我特别提出来啊，我要简列200跟冻结这个200。外交部没有意见哈、哦。有报告委员啦、啊，报告江委员，这个案子啊，我们有特别请这个驻越南经济组啊写一个报告回来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对这个中国大陆生产的这个大蒜、香菇、竹笋、梅子、李子、茶叶、稻米、花生这八个农产品啊，我们是不准它进口。那么它有时候就会经过这东南亚的相关国家转运到进口到台湾来。那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这个经济部的立场是一定要维护业者的权益啊，严格查缉啊。但是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鉴定啊，涉及很多的这专业知识啊。那我们驻外人员呢，没有办法说这个立即的这个有效的马上的，就是说哎认定这是什么样的产品啊。那这个在处理上啊，依照这个因为我们等于涉及在海外行使我们国家的公权力啊，一定要跟当地政府配合。那我们已经指示这个我们驻外单位啊，如果当地政府没有回应的话，直接跟当地业者洽商啊。不过这很多在执行上啊是有改进的这个空间啊，但是也是有实际上的困难呐、啊。那么我们目前也在跟越南呐、啊、在讨论呐、啊。看可不可以一个有比较有效的机制来防止这个原产地证明啊有这个虚伪不实的情形。如果政府跟政府间能够建立一个机制啊，就可以比较做得更有效一点啊。这个以上请各位委员啊，这量查我们执行业务上啊，我们未来一定会继续改进啊，不要这个简列，不要冻结，谢谢。因为这部分其实啊，你要想，你们如果没有把关好，它后续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不光是对我们的产业影响，对我们的食安构成的影响也蛮大的啊。那过去中国大陆它以前是直接走私来台湾，后来它透过第三地，一开始透过韩国那边，那很离谱，离谱到什么地步？大陆的香菇标说是韩国生产的，结果我们去查之后，那个是一个太空基地，根本没办法生产香菇，所以摆明的就是买了原产地证明，然后就销到台湾来。后来这个也被检调查了，那个也被起诉了，而且这里面涉及到官商勾结。结果后来韩国被查了之后，现在转到越南去，所以为了这个事，我还亲自跑过一趟越南，我也到代表处去讲过，那时候是黄志鹏当大使，啊。在代表处开会，我也讲过，就去年一月的事情。结果去年我们这个香菇协会的，他们自己亲自啊，要去那边查，请我们的代表处这边来协助。结果越南的 VCCI 强力的介入啊，他派了5个人跟随取样，完全照他们能够去取样的去取样，这中间一定有鬼嘛，对不对？不然你干嘛害怕？如果今天从越南进口的香菇上面写原产地越南某某某某县市，直接去查那个地址一查出来，如果真的有种香菇是越南种的，那我们没有话讲啊。那你为什么害怕？为什么要担心？所以我们的外交部经对外的这些涉外的人员，你们应该要硬起来才对啊。这是有理的事情，你就应该 要去争嘛，对不对？而且是中间到底整个如果说有涉及不法的话，那就更加情节更加严重。我想这不是预算砍多少的问题，也不是冻结多少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把事实查清楚的问题。但是这个事实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在第三国啊，他不在台湾内部啊，所以连民间自己都主动跑到越南去查哦啊，那我们的驻外单位还这么软的话，那将来这一些走私进来的跟第三地去买原产地证明，然后就进来台湾的这些农产品，不止伤害台湾的农民，会伤害所有的消费者。各位知道吗？大陆这些没有检验的香菇里面的硫、里面的重金属是非常多的、哦，他们的香菇价格基本上
是几乎是台湾的一半而已。市面上你如果到一些卖这些杂货的，你去看一下，好，实际上有很多是不少是走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一定要查的原因。但要查绝对不是说在国内查，这必须到国外去查才有办法。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外交部能够正视这件事情，这不是砍多少，我再强调一次，这不是砍多少或冻结多少的事情，这是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彻底把这样的事情啊给杜绝掉了。啊，请徐委员。我必须大概的重复江委员的话了哈。刚刚长官讲了这么多那个水果啦，这农产品确实是这样。我们苗栗公馆是唯一全国产红枣的地方。红枣干它现在它是大陆怎么进来不知道，它还不是标它的原产地，还要标公馆产的。那公馆农会去跟农民收购一斤是四五百块，他那边在阎楼啦还是什么那个摊子在卖的，他是标公馆产卖一两百块。你说我们说都有生产履历，都安全的哦。你说是委员这样讲的是没有错哦，这个问题很大哦。我们农会跟农民收购要四五百块一斤，他怎么进来我不知道，他是标公馆生产，但是他卖一斤两百块，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然后就有关我的第二十八的话，我就接受这个长官的说明，我二十八我就没有意见了哈。所以你二十七支持我的嘛？对呀。有没有难受的？好，那现在二十六、二七、二八、二十八，徐委员没有一件是撤案吗？还是？那江委员，您的建议呢？江委员，我的二十七啊。二十七，我就减两百，动两百嘛。做书面报告。这个不硬一点不行啊！我们主要当然你一定要拿出方法出来。好，逼也要逼越南来谈判啊。好，外交部报告委员，经济部国贸局啊报告，江委员的指教我们这个虚心接受啊，但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方法，就是针对机制性先建立机制啊，所以这个经费减少是不利于未来有效的防范啊。那么第二个呢，针对个案问题啊，在海外查证的问题啊，我们已经指示这个驻外单位啊，要更加的维护业者的权益，还有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健康啊。那我们也可以说，请驻外单位回来啊，他们来这个东南亚，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政府西南向政策，本来就要跟东南亚的驻外单位啊，加强了这个训练啊。那我们以后在这个驻外人员的训练方面，我们会加强这个原产地辨识，还有农产品的保护啊，消费者保护这方面的课程啊。那希望说这个委员不要简历，也不要冻结，因为我刚刚报告过，我们正在推动跟越南要建立一个机制来防止这个需围标原产地的情形啊。那这个越南的这个案子啊，这个个案更凸显啊。我们驻外工作，尤其是经贸工作方面呢、啊，需要这个一些经费的支援呐、啊，所以请委员是不是能够多多支持一下？请罗委员。主席好，我建议就是说，因为刚才江委员不断强调也是事实，就是他们不是要让你们不能运作，反而是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去彻底检讨这个事情，然后调查一下。那我建议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减的话，会影响到他们运作。我建议就是说，减列可以不要，但是冻结部分一定要，而且一定要提出一个报告来说明。那这样的话，如果大家觉得你的报告说明解释得很好，甚至你们后续的动作足以让委员觉得说你们认真在处理的话，那再来解冻嘛。好，我建议如果做江委员可以接受的话。江委员，那个简列改减一百啦，冻结一样冻。好、哦，而且这个案你一定要来做专案报告，我不书面报告我不接受的，好，我绝对不接受。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驻外单位，你在该征的事情上面，你如果你不去征，而且这不是只有经济部的事情，
再跨到农委会，还跨到外交部都有关系，甚至减这个减掉，好，也就是说那个廉政署其实都有关系，好，你们应该要有一个专案的小组去组起来，去把这个事情彻底查清楚，因为我已经讲超过两年了。连我们的农民都，我们的农民都受不了亲自组团找专家，要去实地去越南查访，哎，查访，哎，直接要去查访，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哎，当初他们去查韩国，韩国他们也亲自去查访，还写了报告回来。我们政府在干什么？让民间自己到海外去查案，哎，你知道吗？韩国那个被起诉那个案子是后来资料民间自己去查，把资料备齐的丢给检调，检调破案的，哎。我们压力也都很大，所以我们的经济部、哦、那现在这些恶劣的这些贸易商或者进口商转到越南去，针对我们的农产品进口啊，那改标违标的情形啊，你们的驻外人员都要去落实去查清楚、啊、是是是，国人的健康、啊、不能太怠慢了、啊、是是是，我现在请王委员，我支持江委员的说法哈。越南我们对那边投资这么大，台商这边占的比重这么高，你们都没办法办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到马来西亚印尼可以怎么办。你不要讲说一般的小厂商了，台塑这个厂商不管你喜不喜欢，台塑那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驻外单位不管经济部外交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然后呢我们驻外的单位遇到我们有道理的时候，如果都还不能伸张的时候，那我都建议加个主决议啊，以后如果民间自己去查回来的话，哪一个国家查到那个国家驻点的人员就要办啊，惩处，但要惩处啊，要拉回来啊，不是，要不然人民缴税金要干嘛？你如果说都要靠农民自己组团去查案子，还查得出来，然后你们都还办不到的话，常住的人办不到，临时组团的办得到，这是不可以容忍的事情啊。所以这样子我难得复议啦，就是三一百。就是减了一百，这没有第二句话了。如果你们再做不好，明年我还会在这委员会，不是一百就再加一个零，再做不好再加一个零。所以这个没有惩处是不行，所以在委员在要你们好好的去监督去执行，好、哦，所以民间组团可以查得出来，你们经济部、外交部、调查这部都要去了解清楚。好不好？那这一案就遵照委员的指示，减列一百，冻两百，冻结两百，做专案报告。不是报动资报告主席，我再最后一次报告一下，因为这个、啊、是简列的部分，是我们的内外互调的费用，不是他当地的业务费。那我们刚刚跟委员报告说，我们希望强化把这个驻外员调回来受训啊，那刚好砍到这个费用。来，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你们的川费啊，总共是23,648,000啊，这个2700万里面啊，119万2000啊，是你们的物品费，还有当地的收集商情、管员交际、推展经贸工作，你们就是这一块做不好，所以砍一百都多少后你啊？啊，2300完全，那个是川费，完全不影响啊。不跟委员刚指那个费用是象牙海岸的、啊，因为只有象牙岸的业务费是编在经济部、啊、其他都编在外交部的这个外交预算下面、啊，所以我们经济部编列的就是这个内外互调的这个费用啊。你现在是在，我现在讲的是2750万这个部分啊，不是吗？那个是，对不对？2750万这部分呢、啊，没错吧？报告委员，我们这个2700多万啊，其中就是有内外互调，2300多万，另外还有返国数字100多万啊，然后其他的业务费就是向阳海岸的部分就变了221万。所以刚才讲向阳海岸要砍啊，那个还没讨论啊，解释而已。这样有问题吗？好，就100万好。因为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动弹的时候，2300万不会影响啊。因为他那个人事费嘛，你编人事费没有给他们一些业务费，他们编的业务费你没有让他有施展的空间。啊、最后删了以后，他们施展不出来的时候，一定因为现在105年度的预算是汇编在外交部，他们一定会跟我们驻外领事领馆的这些去讨救兵啊。没有啊，这个内外互调的经费不影响嘛，
两千三嘛，对不对？报告哈，好，然后业务费119万嘛，没错吧？那你其他部分的业务费编在外交部嘛？对啊，那我们就一样啊，就是砍你外交部的、啊。每个部会的所驻外单位的经费，那你叫经济部来补啊。105年度都汇到我们这边了，那你他们的额度，本部的额度，把它挤出来哦，编到这边来。那现在在这边，你要让它施展不开来也不行。所以我们刚刚江委员讲的那个是很有道理，我们应该甚至于你说、欸、把它保留冻结，我在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可以，你应该提一个专案报告来解决这个事情。全部冻结吗？啊，全部冻结。刚刚讲的那个200万，但是不要删，因为这些是他们各部会汇到财政部、欸、外交部来、欸、所以那可是这些是在29亿里面的啊，这全部到29亿里面啊，这2700万也是算在那29亿里面啊。对，不是，有没有？就29亿是外交部的部分。哦，我懂了。哎，这个纯粹是象牙海岸的，因为象牙海岸外交部没有设在那边，所以。所以其他外交部有设的经济部的钱都编在你们那里，对对对，对不对？那我砍那一边啊，我再加100，砍到那边变900。这个，不，驻外是一体的嘛，驻外是一体的嘛，对不对？这个责任大家都要负嘛，啊、哦。你驻外要去查这些事情，要去了解这些事情。我跟你讲，我为了这些事情，我亲自跑去越南哦。啊，是去年一月我去，有特别跑到越南代表处去讲这个事情，因为这太过分了。啊，我们跟越南的沟通，我们在越南的投资啊，过去曾经是第一大外资国，现在起码还有前四大的外资。我们如果连这种事情都没有办法跟他们来谈。这你也可以美化为成农业合作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起码要去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解决。这个伪造原产地这一个证明的事情，对，这个对我们伤害是很大的。我们都同意，而且是这个。我不能看着说我们编那么多驻外的经费，然后连这种事情都没办法帮民众来解决，然后要我们带着民众到国外去解决这些事情，那我来当外交部就好了，对不对？我看这样，因为这个问题很多啊，我还遇到瓷砖的也是这样子、啊，就打越南制造的，根本不是啊。那既然你们说不能删，我看江委员能不能接受，就是给他冻400。我不删哦，不减列，冻400。好了，冻四百。然后你们把你们的作业过程让我们了解。好，我觉得这个是对要解决，对纳税人是要解决啦。我们是要你解决问题，不是要砍你的钱。因为2年前我已经讲过了，我咨询过好几，我说你们要去跟越南建立管道。哦、所以用冻结的，我们就不简列，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解决，把你作业过程报告过来。哎，直接回就可以了。对，可以了，这样问你，这样再不可以，我就不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遵照办理。那26到28，我们就冻结400万，做专案报告，使得动资。先跟各位委员说明，我们照既定的时间啊、就5点。就休息，明天继续。你生病病号要体谅你。好，没有没有，那个还很久，很多要讨论。所以到我们32案讨论完毕，我们就先休息哈。来，29到32，请宣读。第29到32同为第三目向下，驻日教育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第29。驻外教育单位推动对外文教工作所需费用，工作内容效益未说明，说明未真详尽。委员针对第三目驻外教育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编列907万，冻结1/5，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玲、王定宇、陈廷飞、林昌作、罗志正、蔡世应。第30，外交部
于驻外教育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科目编列，却未说明亚洲地区一个单位为亚洲地区之合处合国之单位，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教育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予以减列9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罗志镇、吕孙玲、林长佐。第31，外交部预算说明与分支计划及用途别科目无法一致，难以理解预算编列实际情况。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教育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00,000元，冻结200,000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林长佐、徐志荣。第32，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有必要本于准结原则核实估列。原针对第三目项下驻外教育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40,000元。提案人徐志荣、江启臣、吕玉玲。以上宣读，请说明。外交部、教育部、教育部国际司这里简要的说明了，我们那个我刚刚回应就是我们跟经济部有一样的，其实在105年1月1号，所有的那个驻外机构都已经经费统筹。那106年在教育驻外教育单位底下，我们实际上编的这个900多万，990,700元，实际上是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800万左右的那个内外互调，另外100万是我们唯一一个还要我们自己编业务费的，是我们驻香港，我们在行那个陆委会底下，我们香港有一个派驻人员，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经费相形的单纯了。我们就是我们驻香港的，他维持他每个月基本工作所需要的那个一年度100万台币，那另外的800万是我们的那个内外互调。我们预计在106年度是有11人次，那有亚太、北美、南美还有欧洲地区，那另外还有2名的那个反国数值。以上简单报告。好，提案委员。江委员，31案，这个这是教育部嘛？哈，对，教育部是。你们那个专班签费是怎么样编列的？我们实际上那个专班，所有的那个驻外人员的那个内外互调，它会有机票款、杂费、装费、班签费，那个都是依据那个驻外人员标准。的标准制定的没有错，那因为他的职级，每个人不同的职级还有地区，如果他的眷属包括配偶子女在未满24岁符合那个要点的话，实际上都是可以支给。那你们那个是联系国外文教界人士的交际费啊、礼品费啊，那个也都是依照那个列在哪里？我们那个交际费等等其实都是只有香港这一个地区哦。那我们这个他的近100万是包含他所有的水电、通讯、资讯服务、保险、物品、交际费、一般事务费，还有包含他在港澳地区的出差费，所有的这个一年就是差不多100万，那个额度都是规定的额度。所以这907万全部是用在港澳地区吗？哦，不是，100万港澳，八百万是人员的内外互调。那是要落实这个人员满。你们一年人员内外互调多少人啊？我们预计在106年是11人次。11人次，一个人多少？就是穿装费。对，要看职级，还有他的配偶眷属。70万。那另外还有2位是编列2位反国数值，所以总计13人次。所以这些都是核实。没有错。报销。对。好了，这我不坚持哈。谢谢。请李委员。其实我想了解的是说，刚刚报告的部分就是说，800万内外互调，还有这个100万是作为这个香港派驻人员的备用。那这个详细的，可不可以再提供一个书面资料给我？那我这个冻结还有这个刘委员的删除的简列的部分，我们就不做坚持。那还有就是说，针对刘世芳委员他所提出的部分，就是说未说明亚洲地区一个单位为
亚洲地区之何处何国的单位，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相关部会可以做一个报告给我们。哦，就香港 ，OK， 好，好，那我所以这两个案子做书面报告吗？对，书面报告那把资，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不动也不那就资给你而已嘛，对，是吧？对，说不用做书面报告，直接把。把资料给我们就好，把资料给我们就可以，把资料给我们就可以。那就不列入，那按车案啊，报告给他。对，那就等于是车案喽。那就是29跟30都车案吗？31江启臣、江委员也撤，那徐志荣、徐委员呢？他最好到底呢，100都撤了，我他一定撤的，我40了。好，谢谢各位委员这么支持外交部。29、30、31、32，这四个案子就撤案。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审查到D32，我们休息，明天继续审。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而且还可以是在台湾。